虚拟虚拟，我要迪士尼。求佛，听得到吗？求佛。粪灰浩宇，振臂八荒，有请 FPX 朱雀战队。欢迎 FPX 朱雀战队，向光而生，永不言败。有请 GR 战队。欢迎 GR 战队。这里是常规赛第十周第一天的第二场比赛，由 FPX 朱雀战队对阵 GR 战队。我是主持人月明，接下来的比赛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欢迎各位回到 IBL 秋季赛常规赛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林芷，我是解说小木。马上要进行的是今日比赛第二场，由朱雀战队对战 GR 战队。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要感谢官方赛事独家大屏合作平台百事通，通过百事通 IPTV 互联网电视、东方有线等平台都能够在云电竞专区收看全程赛事。前面那场对战真的是太激烈了，双方也是对战到了加赛。哎，不过我们这一上来的话，得先扇一扇，哇，这什么味道，对吧？加赛的味道，扇一扇，感觉确实得扇一扇，因为其实也是一个室内的空间嘛，是，所以我们是得手动给它扇一下味道的。对，至少这一场的话，不能让我们再加一次班了吧？如果说是你再加赛的话，也行，对吧？我们也爱看。对，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期待一场激烈的对决嘛，因为这两场的话其实在之前的一个对决里面的话是一个2-0。那先看一下目前朱雀的晋级条件。是的，朱雀晋级条件呢是一，后续两场比赛至少赢一场比赛胜利，或者说是二， WBG 在胜于任何一场比赛中落败，其实他都是能够直接晋级的嘛。然后第三就是后续的两场比赛均落败，但净胜分不变， WBG 两场都取胜但未能获得净胜分。是的，其实朱雀的话也是要满足以下条件的其中之一就可以了。确实，所以对于他来说压力不算说特别大，但是尽量的肯定还是要先去争取接下来这一场的比赛。是的，在上次的话其实是朱雀对战 GR 的时候是朱雀那边2-0了，东玄是2-4，所以今天对于 GR 来说是一场复仇的比赛。对，看这首能不能复仇成功吧，因为在今天他们是作为一个客场去应对这场比赛的嘛。是，所以相对来说朱雀那边可能会有一个主场选图的优势嘛。对，不过对于他们两个来说，我觉得最近的状态都还是有点起伏，但是 GR 这边会更加好一点。是的，看两边监控者看能不能拿的积分更多了，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是两边的监控者都打得很凶，对吧？你不管是在朱雀这边的东玄也好，还是说是在 GR 这边，无论是年锦还是捏捏这两个角色，他们现在也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拿歌剧也好还是拿那个艾维，都是能争到很大的积分。对，先来看一下双方的备战金画面，感觉两边也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姿态去应战的。是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反而是有一些紧张的心理或者是说状态的话会影响你的操作。对，但是你要论一个俱乐部他紧张的话，现在 WBG 估计更紧张， WBG 现在他也是在关注着这场比赛，看就是说是朱雀这边的一个战绩情况是怎么样的。是的，因为对于 WBG 来说他其实有点是要看别人脸色的嘛，的，所以他是比较关注这场赛果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其实他的晋级条件会更加的苛刻一些。确实，所以尽量的，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常规赛最后一周的第一天了嘛，其实你如果能够在前面发挥得更好，拿到更多胜场的话，就不会说导致你到最后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对，一个是净胜分，另外就是胜场，如果说是在今天能再次赢下这场比赛的话，那朱雀这边一个晋级资格也就稳了嘛，对吧？那看今天他们会做一个怎样的表现，或者说是自己的地图会去选哪一张。对，那先看一下这边的成员介绍。是的，那朱雀这边成员介绍：玉林、弗兰、三岁、东玄、星河、羊驼，还有君少天，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成员了。因为在赛季的中后期，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些成员上面的轮换的嘛。对，他们这边人员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调整嘛。这边是 GR 的小夜明、吴昕、阿策、卡梦、捏捏、小铁，还有年景。是的，在今天的其实刚刚看的也是捏捏这边上一个首发嘛。
然后的话感觉他的赛前喊话其实是会比较轻松比较可爱一点，对，不过他就选择了一个原地转圈圈求佛，虽说是求佛，但是他这个人打得又这么凶，到底是谁佛谁呢？是，对，那我们先看一下三岁这边的数据，鞠婧祎得分呢是在7768.2，排在联赛第六，圈圈时间呢是在71.85，排在联赛第八，吉云佩进度191.28，排在联赛第二，逃跑率是在52。好像角色是杂技还有飞行家，其实三岁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真的是非常擅长去操作的一个选手，你让他常用的一些牵制位也好，后手有的时候拿出来的接球手也好，都是发挥得非常好的。是的，他是很敢于操作的，你甚至他我们也知道嘛， OB 位他几乎都是擅长的，你像看单元啊，或者说是自己其实他也有练过牛仔的。对，前两周的那个接球手就是吴景村使徒安的那把真的是绝了。是的，那我们美食君少天也得分是6442，现场是57秒，巨人测数0.43，破进度是143，逃跑率43%。哎，擅长角色是火灾加成员以及木偶，在队伍里面现在主要也是担任一个牵制位。是的，前面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去担任一个冒险家的角色嘛，因为像冒险家这个角色的话，他确实能够打出来很多的效果。没错，在前面其实，在对战歌队的时候，他如果能够前期先抢起来，后期补秒，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但是，那我们先看一下芬兰，鞠婧祎得分呢是在5935，鞠婧祎签时间呢是在55.06，鞠婧祎进度123.62，跑跑率是在25%。常用角色是心理好入殓师，更多的是偏向于一个白板牵制的角色。对，现在白板其实如果对于一个白板他们压力其实还蛮大的，对吧？你像是板球博弈啊，你像面对艾维歌剧你这种角色是很难去砸到他们板的。像弗兰的话，他有的时候也会在前期去补一手空军嘛，那你像空军这个角色在跟歌剧博弈的时候，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比较快的位移能力，所以你有的时候也会空枪。那我们看星河，鞠婧祎得分的是在7249.32，鞠婧祎签时间呢是在59.48，鞠婧祎就任次数1.45，排在联赛第六，鞠婧祎进度135.75，逃跑率是在55%，排在联赛第九。然后角色是救援位，像佣兵跟野人会打的比较多一点。确实，星河其实他各个角色也都是能够擅长的嘛，他的 OB 位啊，或者说他的救人位，以及就是说他的牵制位都是很强的。其实现在的话救人位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如果说你在救人环节出了问题，你可能整局都要走向一个崩盘的局势了，就很难去运营回来。是，可能前期牵制出了点问题，后面还好运营一点，但救人环节出问题真的是太难运营了。对，我们看到这边朱雀的教练孟留心，其实刚刚也是聊了版本嘛，之前以往就是说救人位我可能是双倒了，但是还是能打平局的，但是现在你要是打一个双倒，或者说你救不下来，那肯定是变成一个四抓局。对，就变成本来我说我只安排你一个人过去，外面两个人都在修机，说不定还是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修机，但是万一说你没有救下来，我还要分人过来，除了说密码的进度要少，那你淘汰进度小也再继续，可能就救不下来了。版本不同了嘛？那我们这边看到宁宁，鞠婧祎得分呢是在11032.91，排在联赛第四，鞠婧祎击倒次数呢是在6.41，鞠婧祎淘汰人数2.38，鞠婧祎淘恐惧震慑次数是在0.65，自抓率是在21%。是的，常用角色是歌剧还有艾维。那他的打法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能看到他的进步非常大，从第一周打到现在是打得越来越凶了。对，因为像捏捏的话，我觉得他主要是一个歌剧跟艾维熟练度的摇摆，就证明说他可能上来第一回合不一定要打其中一个角色，他可以两个去摇摆，那你可能做出来的一些针对性的 BP 就会比较难做了。确实，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的歌剧也好，还是说艾维，你在面对第二局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搬哪一个比较好，对吧？对，他现在两个熟练度都比较高，可能还是得去看一下地图上面的影响。这边是家的教练超 Q。是的，现在往往第一局呢，更多的选手他们是会喜欢去套一下歌剧，对吧？因为歌剧现在我就是能保下线，我能去利用保下线的这个程度，我去争个三抓四抓。因为你可能上来的话，如果监管者那边能够先拿一个多抓的话，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说，他能选的东西太多了。你说后面选一些什么冒险家、入殓师都能可以去拿出来的。没错。那先看一下这一局的选图，是 GR 这边搬掉里奥的回忆，朱雀选了红教堂。哎呦，想要硬碰硬，两边其实我感觉都会打得很凶啊，在这张地图。这张地图的话，其实就比较偏向于一个硬实力的比拼，但很难说利用地形去做一些特别多的事情，尤其是在第一局的时候，因为那一局你可能不一定会打一些体系的位置，可能更多偏向于一个个人操作跟牵制。哎，那既然也是在红教堂了，求胜者体系会不会转变一下呢？比如说，就是有火灾驾船员这种角色可以登场，就是我可以在这边门口我给你堵上，或者说你在角落我拿球给你堵上，并不像是我其他的 OB 位我还要过来给你吸个磁铁啊，或者说给你一波眩晕也可以。那如果说选出来一个红教堂的话，你像前面的话几周比赛朱雀那边都是喜欢在第一局先拿一个歌剧，那你拿一个冒险家，但是如果说你选红教堂的话，可能这个冒险家就不太好拿了。是，而且现在你直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现在的比赛他们拿哭泣小丑这个角色好像可能性也更多了。对，不过哭泣小丑可能也是在第三手差不多，就第二第三局，
之前会少一些，之前其实拿的很少的，因为你像呼吸小丑面对现在的歌剧，他能追得上你，而且能拿得到。那先看一下妮妮这边是搬掉了野人加古董商，求生者的话是先抢了一首空军加木偶师，还是偏向于个人牵制的一个阵容。没错，三班搬了个佣兵，那现在得拿个救生位了，先把大副拿了。得拿了吧，对，你要再不拿的话大副可能也都抢不到了。对，因为你前面第一手是已经搬掉这个野人嘛，如果说这手你还不拿救援位的话，你后面真的就只剩下一个守墓了。但守墓在前两手其实不是特别香，但第三局还可以。第四个角色现在都可以拿，是拿园丁还是说拿杂技，园丁火灾都还在，对，都是能起到一些牵制能力。园丁的话就会比较稳定一点，起码就是说我二舅嘛，二舅能力我可以保证自己无伤。搬掉了囚徒，不让你速修。其实像囚徒这个角色的话，在红教堂的发挥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密码机连的会比较紧一点，而且囚徒也会直接选大房，我双弹飞轮一带嘛，对，你的一个传输损耗的话就会比较低嘛。看一下他们要不要选这个速修的体系了，如果不选的话可能还是原定会比较稳定。再选速修体系的话也只有足起家，但是你足起家太冒险了，而且不至于顶着这个红教堂去拿冒险家吧。好，邮差，邮差这个角色在面对歌剧其实也会有一点发力。邮差的话他主要是在外围，他是一个属于比较全能型的辅助，但是他自己牵制没那么好牵制。是的，你他自己牵制的话其实能帮到你的可能就只有空军的这把枪了，拉点能力没那么强。对，搬掉了囚徒还是要选这个邮差，我觉得风险还是有点大的。没错，那他们也是想让自己的密码机能够快一点，毕竟就是说是面对一个高强度的歌剧的话，你这个就哪怕是个木偶，它的牵制其实也是挺累的，毕竟你的近身博弈它比较贴脸贴得快，它只能变身，这可能就是用自己的道具去换这个牵制的时间嘛。那你这监管者又往往带的是个闪现，你到了半状态的时候又一贴，你只能变身。是，其实你不太敢，就不太敢说，因为我为了省这个道具或者是跟你博弈，尽量的还是会去选择更稳的选，就是去直接交嘛。是的，硬牵制牵制一分钟嘛。歌剧，那最终妮妮也是确定了一首歌剧。其实歌剧打这个阵容的话，可以去针对这个邮差。对，因为你像木偶师跟空军，你开局不一定会去追，如果说你离空军离得比较近的话，确实也可以考虑一下空军，但是木偶的话感觉不太考虑啊。闪现应该是带了的啊，中场果然是一个邮差，然后小门地窖这边是选择空军，小木是木偶，监护者是选择在小门。这个点的话就看他要不要考虑去追空军了，因为有的时候也会去先试一下这个空军的。反正这三个点位的话也都能去找，如果说是直接找到房的话，他肯定会干扰到小木密码机，对吧？对，看一下双方的选择，妮妮这边是底牌挽留带闪现，求生者的话是邮差双弹飞轮，空军也是双弹飞轮，两个没有带魂王反照的，那这两个角色是需要小心一点，因为你在后边的开门站，你哪怕是一个三人开门站，你都有可能会因为这个点变成一个三抓四抓。是的，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决是由朱雀的求生者对战G2的监管者，由解说林芝小木为你带来 IVL 时赛况解说。进入到比赛画面，妮妮是直接是去找往小门地窖这边的点位，那小门地窖这边是弗兰开始进行追击，那弗兰作为空军这把枪要不要提前交呢？得看一下地形，毕竟歌剧的话题他个人机动性还是比较强的。是，弗兰现在好像自己主动往空地上走，把枪交了，是稳稳的把这把枪交了，那你至少能够稳住前期在一板一双牵制的这个节奏。然后弗兰点位其实也能省，但是他也怕妮妮这边是个兴奋，你后边再想交的时候可能就来不及了。对，而且这个地形的话因为是个大直道嘛，所以交枪其实比较稳定一些，如果说你转点之后再交也不一定能够维持你前期的一个无伤牵制状态，就以防万一嘛。不过抓空军这边也是一个双弹飞轮，看这波板弹能不能拉开，好像拉不太开，这里的话应该是有刀了。对，歌剧这个机动性还是太快了，能跟得上。现在进行波追击，看能不能逼出来个闪现吧，如果能逼出来个闪现，求生者这边还是能接受的。对，我感觉这个牵制的话大概率是能逼出来这个闪现的，而且你在一板一创的这些资源其实一直都是没有用嘛。哎呦，好省，一波回溯再逼出来闪现，小伤密码机的话现在也有个一台半多。
能不能在后面去稳着去打了，这个话小明也得教。空军又比较耐做，对，而且脸上的话其实还是有人的嘛，是小门密码机能干扰，脸上是有一个牧师。这是想着让木偶来救吗？应该不是，应该是大副卡过来救会好一点，因为大副刚刚是没有动位置的。而且木偶师你过来救其实没什么收益，没错，毕竟也没有带化险为宜。那木偶这边要跑的距离可能就有点久了，从小门跑到另外一边，跑到正三那边去了。对，其实现在的话就是看捏捏到底在这个手野环节能够占到多大的便宜了，想压满就压满就密码机会耽误的太多，因为木偶师这边是一个逆三连嘛，逆三连然后你跑到小木屋是没有密码机的，你只能跑正三。而且刚刚的话其实那个冷静性给的时候他是刚好在干扰那个木偶师，确实就感觉亏了一封信。在这里在进行追击，看能不能逼到大副快点救人，直接出刀，你也不想贪嘛，你宁愿去搏一个双倒或者说是搏一个震慑可能风险会来得更大。那一板一窗的板子其实也还在这里，可以直接下，是的，看能不能拖更长的时间吧。其实弗兰前期的牵制都没有怎么利用过这些板区，所以在小门半场这边的板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空军这个角色其实面对歌剧还真的是压力比较大，毕竟他相交了只能靠自己的平面牵制了，往这边转的话其实就没什么太大说法了。对，现在自己的闪现我直接切了，应该是切的是个传送，脸上的话还有一个半状态大副在补刚刚牧师的那台。那他现在其实就是出来钓的鱼，看你监控者愿不愿意追了，自己摇个怀表的话就硬拖拖外边密码机，看能秀的破译更多。因为他们现在也知道，就是说你监控者已经把自己的技能切了，你在这时候切你只能是切传送要么移行，对吧？对，就不会说有一个牵制上面的压力嘛，相对来说是少很多。你不可能就是说直接敢切市场的，所以说建在先可就直接往远处牵制，不倒自己的遗产机，或者说是给到队友一波更长的破译速度吧。其实现在密码机的话就差半台左右，而且你通过大副的这个道具去拖他的时间，已经是拖出来挺久的节奏了。没错，不过接下来救人的话也只能让木偶师来救，因为木偶师这边是带了回光返照的。这样的话想要去找小门一号，那预判三岁这边会过来碰密码机，也确实预判到了，能拿到刀吗？直接可以直接硬抓。但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外围的那台会掉的比较多，而且小门一号的那台是93%的密码机，你是控不住的，没办法，现在还得把这个技能给他拖出来，不然一会儿开门战可能没那么好打。那您能不能猜得出来了，如果能猜到三岁这边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就可以硬抓，还想拖，他想把自己的传送直接拖出来。而且刚刚君少天那边是已经把三连的那台破掉了嘛，是的，就是已经修亮了之后，他肯定是知道你会去补那台小门的密码机，所以现在星河交了自己之后，他的那个目标也是会去往小门那边靠的，所以两边要去防才行。这台密码机压不住啊，因为你只要放给他们4秒的时间，他们这密码机就能压呀。是的，不过现在的话其实大副那边已经是没有自己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他得赶紧赶回去小门，毕竟小门这边是有个三连，而且小门一号是多的那台。君少天现在可能会直接准备强起了，就是这哪怕吃一刀的风险。是，这样的话密码机是已经压好了，直接开，直接亮。大门这边也是直接贴，因为你现在就算处理了君少天的话，你大门是来不及去追赶的，所以这个局应该是能进行一个平局。不过君少天如果能牵制好的话，也有机会能走一个地窖，位置有点远。再出一刀，没办法。那门那边的话，你是已经拦不住了。是肯定拦不住，因为自己传送也没好嘛。你就算自己靠自己的影月去赶往大门，时间也来不及。对。主要还是你前期交了之后，这个技能你没有拖到开门站，等他好的时候嘛。是的。现在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说法，只能说把你脸上这个人先追倒。那外围的话，大副跟牛叉你是管不到的，两个人是直接把大门点开走了。那在第一局的上半场，双方是完成了一个平局。其实我刚刚在看一个点呢，只有一个三抓的点，就是抓三岁。抓三岁的话，因为他没有带回光返照，你如果抓上这个点，在后边开门站准确的针对到小门，其实来不及开完的，或者说你还能打一个精准的拦截。嗯，就说不定还是有一点说法嘛。没错，但是在捏捏的视角里，因为他也是知道小门一号那台机是很多的，而且这把剩的三台机是小门一号、小门二号跟墓地这三台，所以他是觉得说你邮差那边想过来补，我是逮到了那个邮差，那你亮完三连的那个君少天也想去补小门一号那台机，所以他也过去赶了一下，那你星河交完这些之后肯定也想去补这个密码机啊。监控者他不敢赌，他不敢赌就是说三岁这边有没有可能带那个不带回光返照，如果说是他要没带回光返照的话，监控者是肯定愿意抓他的，因为你只要抓他就很大的一个三抓面嘛。
你要是去赶别的人，他唯一的可能就是要拖好自己的传送，然后把小门的密码机给他控住，然后让别人去起另外一台新的密码机去打成一个三抓四抓。对，这把的话其实求生者那边运营的还是比较稳定一些的，就是你吃到之后，他是你像邮差的那边是直接选择了放一条狗，然后翻进了教堂往四号机那边去倒，是的，然后不要去倒到小门那半场的遗产。那你像星河，因为他是交了自起之后，他也没有说急着去小门一号那边密码机，是选择了在墓地新起一台，然后让君少天再绕过去补，就不想再拉扯了。那我们先看一下赛后数据，三岁这边破译进度200，然后牵制了31秒，波兰这边是牵制了81秒，君少天这边是破译了223，然后牵制了29秒，星河这边是破译了91，然后牵制了52秒，就人14。妮妮是命中求生者8次，击倒了4次，最终是双方打成了一个平局。是的，求生者这边也是没有给太多的机会，你像三岁这边飞轮也没有说暴露出来，哪怕到最后自己的开门战的时候才会用出来嘛。对，你前期的话其实弗兰的那个牵制也是一直在绕那个一板一窗，对，但是他一直没有选择下板，所以就导致说你把他救下来之后，他还有一个近点下板再去绕的机会。是的，在小门其实空军把自己的枪交出来也只能在那个点交了，你像再往外牵制只能就是说靠板子博弈能力看能不能砸到了，砸到然后才能就是说是往小门牵制或者说往远处牵制，但是你要往远处牵制你还会干扰到队友的密码机，这个局势肯定就不好说。是的，而且他的话感觉在牵制的时候一直都想去进行一个绕点，因为你一板一窗的话同时是有板子跟窗的一个点，就变成了你很大概率能够逼到你割据，要不就交技能，要不呢你就翻，就逼他去交互，把自己的牵制时间给他拖长。最亏的点还是密码机的分布问题吧，你像是小门这边刷了一台，小门地窖刷了一台，这边是一个逆三连，假如说小木屋这边是刷了一台，君少天也就不用跑那么远的路，我直接就是说小门跑到小木屋，我就可以直接连续修了，自己给那个修机线的话也不会浪费掉，对吧？不过那会儿因为妮妮也是去干扰一下，而且他们本身就是选择去压满救这空军嘛，所以在中间那段时间的话也相当于是把妮妮卡在了那个椅子旁边，但是求生者那边是没有付出一个太多的状态或者是道具的，只是牺牲了一点点跑图的时间，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以接受的。所以这局的话其实整体看下来两边都没有一个特别大的节奏点，那这样也是走向一个平局了。对，那现在完成一个平局呢，双方换边，看监管者这边能不能攀到一个多抓了。我们先看一下卡梦，军营得分呢是在6851.02，军营签时间呢是在65.17，军博弈进度127.2，逃跑率是在41%。常用角色是空军还有古董。是的，卡梦在队伍里边主要现在是各个位置都能去担任，对吧？全能。你像 OB 位，他现在也能直接去打古董商啊，或者说是前锋啊等这种角色，就哪怕是包括于勘探员，其实他也能去打。对。我觉得他们的话还是有一个比较丰富的角色体系的，因为像 GR 的话他们没有说一定要去打哪些角色，反而是到了第三局你会发现他们拿出来角色越来越多了。是的，现在基本上选手都是全能，哪个角色我都能直接去担任。那我们先看一下阿瑟，军爷得分呢是在6811.59，军签时间呢是在65.21，局均破译进度138.82，逃跑率是在45%。阿瑟的化妆角色是火灾还有囚徒，自己本身也有一种绝活的冒险家，我觉得他的牵制真的是越来越稳定了，基本上他来牵制其实前期不会说给到一个特别大的崩盘点。是的，他哪怕依靠一个白板角色，他也就是说靠自己的基本功嘛去强行牵制起来，牵制个2台半或者说3台秒级左右。对，这个确实也是本身选手自己的个人努力达成的一个成果嘛。没错，因为其实你打出来的一个效果是有单链还是没有单链，我觉得观众还是非常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到的。对，阿瑟这边角色也是比较多嘛。那我们先看到小夜明，局间爷得分呢是在6416.22，局间签时间呢是在38.47，局间博弈进度呢190.74，排在联赛第三，局间治疗次数0.26，排在联赛第七，逃跑率是在74%，排在联赛第二。然后角色是飞行家还有病患，像小月明的话之前也是有一个选手上面的轮换嘛，但最近的话因为他的状态确实是比较好，牵制的也是非常的稳定嘛，而且听他说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付出了非常多努力去练的。哎，他现在进步其实我们也是能看到的，进步也比较大，对吧？你像是无论是在牵制也好，或者说在自己的一些思路运营啊都不太会能给到监控者很多机会。是的，这边是吴新颖得分是6775，牵制是50秒，救援次数1.34，排在第九，破进度是128，逃跑率是70%，排在第三。是的，擅长角色是佣兵跟大副，在队伍里边主要担任的是个救人位。那吴昕呢我们更不用多讲，他的救人很稳，对吧？只要过去救呢几逢都是会卡败，甚至他也敢直接上中号。而且有的时候是很多局都是吴昕的那手救人导致这个局可能本来是一个平，或者是你往上走了一下，或者本来是一个多抓你是扳回来的一个平局。我觉得这个就是本身一个稳定救人位他应该去做到，以及他对这个局势的影响程度，他很敢救嘛。那我们看到东玄局间爷得分呢是在11157.95，排在联赛第一，局击倒次数呢是在7.08，排在联赛第二，局间淘汰人数2.58，排在联赛第四，局间击倒用时61.84，排在联赛第二，四抓率是在30%，排在联赛第三。全场角色是歌剧还有艾维，后手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去补一手像红蝶这种追击型的监管者。
啊，他现在关键一本书你现在都已经写不下来了，他写不下来，而且他的数据感觉每次都一口气念不完。对，就是他现在你不论是在歌剧艾维也好，或者说你在后边的版本，我相信你像喧嚣啊，或者说薄教扬，他也觉得都念了，对吧？哪怕你就是说深渊也好，或者季后赛你敢上场，他也绝对能第一时间拿出来。对，而且我觉得东玄这个选手的话，他最强的地方是在于他每一个赛季都是如此的稳定，对，因为他的那个数据其实很少会掉出来，就从前三里面掉出来真的是很少见。他是一个既努力又有天赋的选手，对吧？那看在今天的比赛，就是说是面对第一局上半场刚刚是已经握手言和的一个平局，看下半场能不能就是说是东玄自己其实争的一些积分啊。对，因为像前期的话这两个监管者是拉不开太大的一个决策池上面的差距的，所以你更多比拼的是一个状态跟熟练度，你今天博弈的一个心理。对，我现在也在想，其实红教堂在加尔这边求胜者呢，他们是有可能会想我去拿一个我的第二成员，毕竟他们之前套路体系就打过，如果说这在今天能再用一下的话，看东玄这边去怎么去进行一个防御，或者说是去提防。对，而且火灾的话它好处就好处出来说它防艾维是防的比较严的，是的，但是它自己本身牵制歌剧上面是有一点压力的，不过多了一个大防这个地形的话其实也能打。嗯，毕竟他的球可以在一些角落我直接给你堵住嘛。嗯，而且这个角色的话其实在红教堂的发挥空间是比较大的，蛮多，各个门口我都能给你堵上。对，至少能够利用中间的一个大房嘛，是的，利用出来那个大房，其实不管你是想往小房转、小门转，还是说往墓地那边去，其实都是挺自动八达的。是，现在估计小丑这个角色也其实拿的次数比较多，但是他更多的也就是说我帮忙去进行一个隔墙炸，对吧？毕竟红教堂这张地图很适合。我在第二成员这个角色就是进行帮忙辅助队友啊，估计小丑就是进行 OP。对，得看他第一局拿不拿。不过上来的话，感觉也是会把这个古董商给他搬掉了。搬掉古董商，然后再搬一个军加古董，比较偏向于歌剧的选择。嗯，要先拿木偶什么角色吗？还是说就是为了保平求稳的去选阵容？还是说先拿一手救人位？如果要拿救人位的话，野人要不要第一时间拿呢？还是说我就先拿大副？感觉救人位可以拿其中的一个。大副在后边面对一些大地图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有点乏力。跑的时间是不是要跑得太久了？确实，这里本身是一个红教堂的话，确实也可以打大副。嗯，而且大副的话，他牵制上面通过自己的两个表，我觉得也是能拖挺久时间的。像刚刚上半回合的那一局也是。哎，没错，就硬拖嘛，反正你监管者是很难靠运气去拿到这一刀的。拿原加野 人，还是优先一个稳定度，把救人位给他拿了。是，但第三个角色，既然你稳都稳了，要不要稳中带一点攻击性？继续稳。还是我选择搬你的牵制位，直接把这个木偶师给他搬了。东玄是不想让他们稳，他想要去突破，因为木偶师这个角色的话，我就硬靠自己的那个变身嘛，就是我可以去推你自己的时间，他等同于园丁。对，而且东玄这三手的选择都是比较偏向于歌剧的那边的。是的，囚徒来了，可能在东玄的视角他是希望这个囚徒出来的，因为他可以去找一个口去进行突破。后手是直接把这个先知给他搬了。其实两边这个求生者选的是差不多的。是的，就只不过是一个角色上面的不一样。哎，选的这个火灾，火灾拿出来了。不过火灾第四个角色拿出来的话，他们也不亏，对吧？也没有进入到全局 BP。 这个选择的话就比较偏向于 GR 他们一贯的作风。是， GR 是想争，目前看出来的话能去争的，因为你球徒也选出来了，火灾加成员能选出来，在大房体系也能打成功。不过东玄这边角色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应该还是会是歌剧。那歌剧他自己能面对你像是囚徒也好，或者说是面对火灾驾驶员也好，我能直接去进行一个速抓。从班位上来看的话，确实东玄也是比较偏向于歌剧的一个针对嘛。对，但求胜者那边其实是两边都在防，他也怕你说你觉得我在选歌剧的一些班位，但最终我选了一手艾维，所以他们是同时把这个歌剧跟艾维都防住了。像火灾这个角色的话，虽然我们也说他是比较针对于艾维而不是歌剧，但是红教堂这个地图的话，其实他本身牵制歌剧压力也不是很大。哎，我在东玄这边视角的话，我感觉他是想贪的，要不然他也不会故意把这个囚徒放出来，或者说是把这个火灾驾驶员给你放出来。对，那你总得放点出来吧。对，他有一点想攻击线，就是说是想在第一局拿下一个小积分领先。刚刚那一局是一个平局，其实对于两边来说都还挺有机会的。对，就是我不行的话我就跟你保平，我再继续后面再打嘛。两边都有点想法，对吧？从求生者这个阵容的话也能看出来他们也有想法，就两边都想要去试探一下。是的，那你试探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退一步再回来这个平局这里。没错，
反正想法现在机会的话肯定是想要争的嘛。反正从阵容啊，监管者这边也不会变，就是割据，两边其实想法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我都想摊，但看现在谁是那根毛，对吧？你这个毛要是能戳得过去那就行，对，或者是说另一边能够防住也行。哎，那最终也是确定了这首歌剧，看一下这局的区域选择。选点的话是选择了把吓我一跳，放在了中场。我也是吓了一跳，是小门地窖再加上小门，又换了一下啊，这才是正常的选点。那刚刚那个选点的话，我感觉还以为把监管者直接请君入瓮，或者说是小门直接保护人了。但是你这样的话休息就很慢了，对，而且他过来肯定也会把那三个人一起干扰，就过来的 一路上肯定是。然后这是面对的科技，不能这样去选点。确定在了小推的话，其实本身离囚徒的一个位置就会比较远一点。不过小房你还有个火灾中场，还有个园丁。直接抓小木屋吧，直接抓小木屋，把火灾调查员直接逼到小门去。那这样囚徒就没有办法直接去修墓地的密码，因为墓地它本来就是被封嘛。对。小门也碰不了，那只能去往红毯。那红毯如果说也没有刷密码机，那就难受了。而且那样子的话，跑点你可能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先看一下东泉这边是底牌挽留带失常的歌剧啊。哇，失常。真想拼啊！求生者的话是园丁带的双弹加化险唯一，囚徒带的双弹加飞轮。嗯，阿瑟这边火灾调查员是带了一个双弹嘛，有带回魂返照。是的。现在进入到比赛方面，本场比赛 FPS 中队的监管者对战 GR 的求生者。有解说小木木领指为您带来 IV 啊，实时赛况解说。到比赛画面上来可能会直接去找往小木的位置，把阿瑟直接逼到小门，这样卡莫作为一个囚徒他是没有办法在逆三去安稳进行一个修机的。还在找，就是没能找到吧。但这边的话其实也是卡住了两个求生者嘛。对，哎呦，卡梦这边直接是反套路，直接绕到小门了，赌你东泉会直接去捅个红塔位置或者说是墓地的位置。红塔也确实没有刷密码机，所以说也是逼得卡梦只能往小门跑，反套路。那现在阿瑟就没有办法去往回跑了。那你的青球的话，它同时也是进到了下一块板子。是。那这块板子的话是一个B彩板。哎，现在就看基本功了，能不能就说是往大房带，或者说是往红毯带。他现在只能往正三去前，只不能说是往小门去了。是的，这局的话，其实东泉本身也是带了一手失常的，所以你可能没有那么好去终结这个火灾。不错，距离不够，也是直接大胆翻。对，这个地方的话还是回了一波，但这里的话其实是要挨刀了。能拿不挨刀的话是走不了。这刀也倒是能接受，不过往回弹墓地的板子其实用的差不多了呀。往这里带，看监护者这边，主要是现在带的是一个失常。你如果说是自己这个闪现没有第一时间交的话，求生者就可能反应过来了。是的，而且这个点的话，其实你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哎，这个点还是没有选择交闪，我感觉应该是猜到了。哦，影月失误了，还能拿到这一刀。是。我无心这边是来的非常早啊。对。这里能挂啊，挂了之后再去大房看能不能干扰一下密码机。这个球可以直接打掉，别给他清了吧。我这个时长好像用不出来啊，敢用吗？直接去用了，让你野人来救，你野人大不了就直接刷，这个时长肯定是赚的。是的，直接选择把这里给他踹掉了。没错。那密码机的话，其实是现在有两台左右。无心如果现在救的话，就等同于我没有带化险为宜，因为你这火灾加船员刚刚如果救了他，其实也能同样去做一个20秒时间。这里再救，哎，东泉不会是想博震慑？哇，想博是想博，但是无心那边防的也是非常好的。对，没能打出来，真要能弹到震慑，这个局面求生者可真炸了。主要你刚刚踹了一脚的话，其实密码机就可能从两台半就变成了两台了嘛，所以你是不太能够接受你在救人环节出了问题，你是兜不了底的。这个阵容里边也有囚徒，不过野人可能要第一时间找人去补一下状态，要补吗？还是说直接请园丁过来再进行一波二救？因为外边选择让园丁先卡过来，园丁先卡过来了，因为外边已经是刚刚踹过了一脚，你现在密码机是肯定不够的，而且是比较危险的。一旦东泉出去，我再找一个第二节奏，自己的时长其实到时候也可以直接切底牌，我切成闪现。弥补一个二节奏速序。是的，所以最好的话还是说能够找个园丁过来先卡一下，再开一个圈。那你外围的那台多的遗产其实是可以先开掉的，就不会说你一会儿好了又来踹一脚。这个点位盾也没能血出来。
没办法，想完成一个无伤救。感同身受这一刀的话肯定是拿得赚了，因为我没有让你远景保证一个无伤救，到时候你远景敢在我脸上去修筋或者说脸上去牵制，我可以照样去抓你。是的，这边的话想要赶到那边去吗？哎，能找到卡吗？但是那台机还真能踹啊。哎呦，给他垫了一下。那你垫掉了我还踹你，修不亮啊。而且这个点的话，因为那边也是直接选择拉走，没有选择反跑，所以牌的话问题不大。哎，没事，搬到个古董商，你要是万一是个古董商的话，我一棍一棍的我去防你这个踹。那到现在的话，其实市场已经是踹了两脚了，前面一挂上就踹了一脚，然后好了又立马踹了一脚。那看二节奏能不能续得快了，如果说二节奏续得快的话，我再挂一个遗产机，这个局面东泉是可以靠一个四抓的。其实这把的话他密码机修的已经是比较偏快一点了，想想你挂飞第一个人，现在如果不踹的话现在都有四台多了。是想找小夜明，好像知道了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好像也确实感觉出来了，而且的话也是看到了这个脚印。你能拿刀吗？很可惜差一点点，不过这点位也跑不出去。是的，赶紧是续了一个盾，这盾没有用啊，到不了窗口，那就等，硬拖这几秒时间再出刀。在人皇的密码机是肯定能亮的，不过让囚徒来救还是很危险的，囚徒这边是没有带火红反照，同时密码机还差一些，而且外围的话其实差的有点多嘛，因为你差的是新起的那台密码机，只能让这台墓地的要不了。如果不是囚徒来救的话，这个局面也很难平。但现在的话其实他得去抢时间了，东玄得尽快去排到这个刚刚修完这台机的囚徒。是，如果能直接排到的话，囚徒是肯定能救不下来的，因为他现在底牌也只能直接切了。是的，但是卡蒙这边是苟了一个非常奇思妙想的位置，对，让乾坤不太好去排。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哎，东玄如果在外边去逛一逛的话，卡蒙可能能无伤救啊。对，现在的话卡蒙其实已经马上就要到椅子的边上了，这要是能无伤局面可能就不太好出来，看能不能打一个针对，打到袁晶的针对，因为袁晶也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因为这俩其实都没有带这个回光返照啊。哎，这个刀门谁也没能打到，想要再回来去找一下小一鸣，那小一鸣那边盾是会先掉的。是的，哎，这几刀、哎、是折掉了这一刀。是的，东泉一直在往后骗，他可能是在骗对面的一个回魂照，不过这很明显其实园丁不会带一个回魂反照的，主要是你现在挂完他之后小门那边囚徒是点不了的，是的，得先撤，也救不了你野人，现在过来给压力的话我照样可以抓你野人。是的，过来排了一下发现这边没有耳鸣，哎，但是已经远距离，有没有看到？是的，有点远距离了，看自己的这个传送要不要直接切，因为你这个传送切了的话，你现在耳鸣没有出现是没有人能救这个园丁的。对，想要通过自己的机动性先要赶到这个大门，想走过去。那走过去的话你回去吗？想走也想走回去，那走回去有两个人自己扯下来了。切船可能会更好吧，因为你要是切船的话，他捏的这个技能捏的有点太死了。对，就一直很久很久，直接交闪，但小夜明现在点位指的是到墓地，直接挂，必须要挂。如果说现在你要直接去找小夜明的话，那卡门是能起来的，甚至有机会能走这个地窖。但是感觉东泉在后期可能是打的稍微有点犹豫了，就是想要去黄的有点太稳了，太稳了。对，这里好像是赶过来，但小夜明这边是想要修盾，这个盾好像刚好到门里边就要消失了，在卡位。这个点位好像有点极限，有说法吗？哦呦，爬出去了，野人这边还能救。如果说这囚徒能藏住的话，挽留还是一个27秒。那现在的话，吴昕那边是赶紧上住自己跑路。对，吴昕这边是不能给机会的，因为东泉现在挽留还在。但是你追吴昕的话，其实那边就放跑了一个囚徒呀，有点难抓呀。这个猪的持续时间好像真有机会能把这个挽留拖过去。打这里的话还是没打到。等一等，情况好像不太妙，对于东泉来讲。他眼里只有无心啊，那卡梦呢？卡梦就跑得贼快。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你目的是个地窖啊。这个点位他直接吃一刀，吃一刀，然后往大房去翻窗。这个窗户对面只要能翻过去，这个地窖就有机会能走。这刀还是隔距离点，不敢跟他拖啊。这野人现在猪 CD 还有一个14秒的时间，能赶得上吗？应该能赶得上。我感觉这里的话太极限了，你稍微失误一下，这个局就是三跑。我这样也是在看到第一局两方都是打成了一个平局，都是握手言和。
那平局的话其实对于两边来说还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主要刚刚那局尤其是在开门战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边有这个多抓面一边有这个多跑面，你像前期因为你是没有选择交技能，每一次都是选择了自己位移过去，那位移过去那边都是分了人出来卡了，我点完门但是我猪也不在那边，我就直接让园丁去点去走这个大门，然后园丁会不会更好呢？我是觉得可能这样子会比较有这个多抓面，起码比较稳，你至少可以回溯我对吧，我可以再去打一个回防。你如果说是有人真的是在开一个大门的人，不论是在野人也好或者说囚徒，我都能第一时间起了一个抓，因为他的挽留是能直接把这个猪给打掉的呀。对，而且如果是你选择切闪现的话，你只能说用那一波，就只能用那一次，你没有一个来回去博弈的机会，因为你多了一个船的话，其实对于囚人者来说他们不一定敢走门，你切了个闪现的话就是你终结的那一波就是那一波了，但是你传统的话你可能捏在手里不一定要交，他们也会有一个去威胁你到底传不传，我不一定敢走的呀。是技能我还是觉得捏的有点太死了，不过东泉这一波也是跟双方也打成一个平局，那两边现在拿到第二局了嘛，第二局我们先看一下赛后数据，小一鸣这边是破译了206然后牵制了63秒救人1次，阿瑟这边是牵制了76秒，吴昕这边是破译了200然后牵制了61秒救人2次，卡蒙这边是救人2次牵制了41秒，东泉是命中求人者13次击倒了8次，最终是双方打成一个平局，那么在第一回合打下来的话是全部都打平了。现在反正是来到一个第二局选图了，第二局选图也就是 GR 这边选，不过在 GR 这边他们只是牺牲了一个野人对吧，你像是原定这个角色的话都是无所谓的。对，而且他的话其实 GR 比较喜欢的一手火灾是已经省下来了，他们是最后一手才选的这个火灾，那你就不会说有一个说进了全局班位之后我这个歌剧跟艾维的说法，是我大可以把你的艾维放出来把你歌剧给搬掉嘛，如果说是在第二局的话看监管者吧，监管者如果说是意图我想在一些比较能窄的地方，你看比如永年镇啊唐人街啊，或者说是能去利用穿梭去达到积分的，还是可以去给对面施压的嘛。对，而且刚刚那局的话其实看下来在开门战的时候两边都还有这个三的面的，就不管是监管者那边有三抓面还是求人者那边有三跑面。那刚刚的比赛非常精彩，让我们稍休息马上回来。开枪了，可以 OK 自闪自闪 OK 回速交了，闪我了中场，我直接修这种中网去了 OK 死了，他可能是应该是市场，传球多，我这边两台地都能开 OK 是目的地叫杀我回到绝大门地叫阵的地叫目的各位回到 IVL 秋季赛常规赛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林芷，我是解说小木，马上要进行的是朱雀战队对战 G2 战队的第二局比赛，那么刚刚呢也是双方握手言和，现在在第二局呢重新开始对吧，是的，其实他们在第一局的选图也是本身选出来的一个红教堂嘛，那红教堂的话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军事的地图，那么双方都没有占到一个特别大的优势，所以是互相保平了。那现在轮到 G2 这边去选图了，看地图怎么去选，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是靠自己的地图呢，你像我们网上见到的嘛，就是永年镇或者说是唐人街，看求人者能不能去争到一些分数，因为他们现在情况就是要面对一个艾维了。对，不过前期看下来的话，其实刚刚那局东巡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一个多抓面的，首先是他的技能捏的就是比较死一些，没有说选择了果断切这个船，或者是你不交也行嘛，因为他可能考虑到说你那个老鼠夹的那张椅子跟大门的一个距离是比较近的，所以他是其实对，所以他是选择了自己走过去，就走过去又走回来，但是因为你是选择了这么走过去又走回来的情况之下呢，求生者那边他们分了人出来卡人，就每一次都被人给他捞走了。是的，他那个闪现其实还可以再往后边去抓一抓，如果说你直接去把原丁解决了小门，他那个点位他也开不完，而且当时的话你是救完人，就是野人救完无心救完卡梦之后，是的，他是选择了眼里面只有这个野人，对 他是完全不想考虑一下这个囚徒。刚刚很险，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说拿到最后挽留那一刀的时候，其实他当时的 CD 时间已经就剩12秒了，假如说是影月失误一次进到那个窗口，你是跟他拖还是不拖呢？对，其实当时的话无心也是牵制到了另一个靠近地窖的那个窗户，对，那个窗户只要他能翻出去其实就能走这个地窖了，不能走的地窖就完全差的不是很多，真的不是很多，就差一点点的身位，都已经到了椅子的后面最后一排椅子那个地方，对
因为两边实在是太危险了，那就看第二局吧。因为你主要是这个红教堂对于监管者你没拿到积分我感觉有点亏哎。主要是红教堂我觉得刚刚那局割据比拼，而且两边都是有一点多抓面的，尤其是在第二局。对，第二局开门见的那个多抓面，园丁跟囚徒都没有回光返照，但是囚徒还得顶着这个没有回光返照过来救园丁，硬顶住压力嘛，也是博弈到了。你这个监管者也却没有去守这个椅子的人，因为他好像相信对面的一个角色，就是说你不敢去过来救这个人，你只能就是说在正三那边去砍耳鸣，或者说去推一下墙，把自己的乌鸦给消掉。对，那个地方的话，其实既没有板子，也没有说一个太大的牵制空间，甚至说开门站其实密码机刚亮，那个园丁就已经倒了。逆三板子好像都已经用光了，尤其是布地，布地那个板子。对啊，就是已经清的差不多了嘛。是，而且你开门站的时候，因为你是在第三排的那个椅子，所以你第三排的那个板子那个地方，其实它也没有什么牵制空间，是直接倒了，甚至说它能拖到那个时间，已经是因为它折了两刀，所以是你才开到拖到开门站再倒，挽留都要结束。但手上你直接有人的呀。是的，挽留都要结束了，在那也拖的时间其实拖的有点太多了。他自己的技能如果说果断用出来的话，眼神其实都有点担心的，他害怕，对吧？他并不像是大富或者佣兵，我能直接板跑到另外一个点位，只能骑个猪，然后在原地进行一个博弈。是的，先来看一下两队的赛前采访。怎么说呢，最后一场的话压力还可以吧，反正就打得赢也打得赢，打不赢也打不赢。就比较佛系吧，就能进就能进了，不能进就先进个最后赛再说吧。我觉得还好吧，第一第二其实完全没有区别，然后胜者组跟败者组区别比较大，就只要稳进胜者组就都还好。季后赛的话有五赛制，但是其实这次季后赛跟常规赛版本没什么太大区别，所以就正常练就行了，我没有什么要特别新的东西。说是这么说，但是你季后赛真的是没有练新的东西，谁信的？我觉得不可能的，都是假的。那看一下第二局的选图，是朱雀这边搬掉了永眠镇，然后接下选了一首唐人街。等同于这两张地图都一样，对吧？都是可以利用这些大图让求生者看能不能去保一下分。对，不过唐人街的话，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搬掉你的歌剧之后，你要不要打这个艾薇？是的。哦，这边朱雀也是直接换人，把弗兰换下，然后换玉林上。可能也是准备了一些新的东西吧。哎。因为你其实本身朱雀的成员也是比较多嘛，你可能每个人担任的一些角色以及他们专注去练的角色也不太一样。哎，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冒险家这局拿吗？我觉得可以拿，对吧？我觉得唐人街是可以拿的。冒险家在这张地图我觉得很有冒险性，就是说是你自己带一个双弹飞轮，一旦真的要被找到的话，你第一刀你是防不了的，你直接会拿到的。对，你开局的话也可以说，就是就算你选点选在旁边，你也可以先跑，跑完再蹲，你不要说直接开始蹲就行了。冒险家突然就流行起来了。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挺强的，就只要你排不到的话，而且你前期就算被排到，他们带双弹飞轮也有一定的牵制空间。排位里面可能不敢拿，但是在比赛里面你只要一拿，对面压力就很大，对吧？你这万一找不到，你自己就会耽误很长的时间，你逛很久的街。对，排位里面的话，冒险家其实带法可能也不太一样吧，不一定会去带这个双弹飞轮，你更多的有的时候在军工厂这种地图，我觉得带化险为夷的收益是很高很高的。没错，排位里面碰到冒险家呢，他们就是带一个单化险为夷，再加一个回光返照嘛。是的，因为他大不了就是说我如果被找到了，我直接开启下一把。对，对吧？比赛这种反正就快一点嘛，你就倒得快一点，你就开得快一点。没错，比赛反而就不行了，毕竟他们现在也是带了一个双弹飞轮，你监管者真要敢找他的话，你自己压力也是蛮大的，毕竟你只有知道自己说是耳鸣是在，但是你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对，其实前期的话，朱雀东雪那边也是有一把，就是在唐人街里面去找这个冒险家，哎、来来回回真的是。找了三四轮都要把这个冒险家给他揪出来，拖的实在是太久了，你就甚至要是再拖一拖的话，他无形当中我就直接牵制了三台密码机啊。我觉得这个的话确实也是对于监管者的一个压力所在吧，因为你如果说前期没有排到这个冒险家，他后期在外面挖出的话，你可能就无暇顾及这个冒险家了。是的，而且很多时候如果说冒险家过来救人的话，监管者会换抓，因为你不换抓这个冒险家的话，你后面就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个冒险家了。哎呀，但是你真要换装的话，冒险家手里可能也是有输液的，你像50%啊40%等这种。对，或者是前期就先看你的个人节奏嘛。对，如果你前期节奏可以接受这个换装的话，其实也能考虑。很多情况我们看到你监管者真是要抓了冒险家，你这个收益有时候也没能看得太到，因为你冒险家他已经挖了很多的书了，我过来我就是为过来就一次，我可以带着这个输液强量一台密码机，你这个场照样控不住。
可能也只能去想着办法打一个冒险家的针对，因为我们往往看到冒险家在比赛里边掏出来就是一个双弹飞轮啊，要不然就是一个双弹加化险位移，或者说是一个飞轮加化险位移。不对，哎，这种的话都是得看你局内的那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确实，也看积分嘛。那这边也是看到加的应援，是用这个小积压的硬扎拼起来一个大积压。是，最近很多队伍应援，其实他们就是喜欢把自己的队伍那个徽章直接，全盖住嘛。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博爱的观众，就喜欢把十个队伍的都印在一张纸上。太博爱了，只能说是太博爱了，就可能就是比较喜欢第五。哎，也喜欢这个赛事。对。次座。次座给自己是吧？次座到原地升天，这也叫做求佛。哦，所以前才能跟就是那个赛前喊话呼应一下，因为赛前喊话的话。我记得是念念，因为他一直在转圈，声音好像有点收不进去，所以他还大声再说了一遍，围着麦克风然后一直在转圈。哦，原来他的这个求佛是想要把对面全四个人全部放飞啊。就表面都是表面，就跟他们赛前采访一样嘛，就是表面，哎，很轻松，就进就进，不进就不进，实则就是噼里啪啦的一定要进，就一定要去把这个东西给他练出来。有时候作为一个解说呢，就是要往戏里去研究研究他们的话语啊，就是听他们的那个潜台词是吧？对，他这个潜台词的意思不就是这样吗？对。好，那看一下这一局，平均竞选是空军木偶师，还有一个大副。两兜帽现在是先给搬掉，把祭司给佣兵嘛。就不太想要去放这个祭司。是，现在但有个先知，先知要拿吗？球度也在。不拿了，先去拿野人加火灾。哎，最近的话发现祭司的这个登场率啊是越来越高了。对。有的时候监管者真的是他第一手就想着说，我先不搬你这个祭司了，我先搬别的，我有点烦别的东西，因为我就不怕。对，结果被这个祭司整了，就放出来直接被整了。是，现在又搬了一手囚徒，外边还有个先知要拿吗？还是说我先拿其他的稳牵制的角色？这局的话就得看妮妮他要不要去考虑打这个艾维了。飞行家，其实唐人街的艾维不一定好打，如果说有摇摆的话也能摇摆。现在第四个角色好像搭个拉拉队员比较舒服哈。妮妮也是把入殓师给他搬了，要拿个调酒心理什么角色，我又不拿了一手邮差，修得快，每把都要修得快，就为上一把他们红教堂也是拿了这个邮差。对，我这个阵容的话要是配个邮差只能就是说起到一个诉求，你要是配个拉拉队员我能保对吧，无论是自己的道具也好，它是无限的嘛，也能就是说是我保住这个队友，他不会在第一时间我道具用完了我还能直接吃这一刀。是的，你要说是换个调酒心理呢，就是保这个手下心，不过邮差这手拿出来就是要争了。捏的话其实班位上面也是比较偏向于艾维上面的一手选择。是，艾维应该不会变，因为现在很多监管者只要是割据艾维，你两手抓的话就是第一局割据，第二局艾维，而且互相保平的话，其实这个时候你拿个艾维出来说不定有个多抓你就直接突破了嘛。对，他的天赋应该也不会变吧，张狂挽留带闪现，这个阵容的话感觉不会，应该就是这样的天赋了，这个天赋会比较稳定一些。他能保住自己的下线吗？就哪怕自己说是没有二阶，我可以利用张狂或者说我靠自己的闪现去提前开。去选择的话是中场直接点了一个野人，然后右手中间是放了一个火灾，那在登陆门这边是放了一个飞行家，另外小木这边是放了一个野人，换了一下是直接把这个邮差放到中场去了，因为怕邮差被追，而且邮差在中场呢大不了你监控者是直接平地过来追嘛，我可以直接赶路，他们是想要起到速修啊，拿邮差钓鱼，不想让监管者干扰密码机啊。对，这个点的话其实你可能对于监管者来说更多的会直接去冲这个邮差去，就如果说你邮差选边上救人位中间的话，你可能是有一个干扰的过程。是的，把邮差直接放到中场就是钓鱼啊，有本事你就追，对，你看你追不追，是你爱追不追。对，那这边是两个双弹飞轮，是飞行家还有邮差都带了一个双弹飞轮，没错，其他两个人呢也就是正常的带了一个魂环反照，就上天这边是带了个飞轮嘛，监管者是张狂挽留带闪现的艾维，还是挺正常的天赋。我飞行加双弹飞轮的话感觉有点小亏啊。对，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决是由朱雀的求人者对战G2的监管者，由解说林芷小木为您带来 IVL 时赛况解说。
三块面上来先招伊斯人，伊斯人去往中场还是要赶一下三岁的，同时把米瓦基看能不能附身一下。是的，本体的话是想从另一个方向包过去，那这里过来可以先去干扰一下星河，能直接附身先把米瓦基直接干扰了，那星河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碰米瓦基的。再过来的话其实已经有人绕到，就反方向绕到大房那边去。对，再赶这边是找了玉林，但是玉林的点位实在太安全，也没有办法进行追击，还得再继续找机会。对，再去外围找机会吧，反正前期会有一个比较久的这个过程。找三岁，找三岁好像情况会更好一点，因为三岁这边的一个邮差他的狗不是很好放。哎呦，等一下，过来找一下。和这边是想太讨厌，哎，一百斤满了，进入了呀。哎呦，差一点，这个刀，这一刀要是能打到孔雀阵，不过这个位置也很危险啊。对，也很危险，而且一会儿技能又好了呀。还是打到孔雀阵射了。三刀存在感，这个三刀存在感提前有机会能进入到二阶，同时我就一个圈呀，这把密码机连半台，也就半台还能挂地下室，而且这半台还是把所有都加起来了，也就只有这半台。这个局面对于求生者来讲炸了，真炸了，这怎么打呢？往后边不是现在关键，你挂地下室的话你没圈你也出不来呀。是的，你全场唯一的圈在这个野人身上，野人躺地下室了，你哪怕把这个野人保出去了，你另外这个来救的人怎么办呢？哦，你这个局的话怎么能给他扯回来呢？你虽然说邮差本身修的会比较快一点，但是你这个艾维局你可能在中后期你密码机补不上的话就不太行。哎，玉林来了，但是位置被卡住了。知道，而且这里的话还有个线，那我就可以直接先抓你飞行家嘛，这里先喷，但你喷喷不出去的。对，这没有拉拉队员。那一拱星河想要保，但想要保的话其实没关系啊，我可以先找你这个飞行家呀。有二阶了呀，你飞行家跑不了。那只能说你把这个去地下室把这个野人换出来了，你换出来之后摸满状态还有一个圈。那你现在飞行家出不去啊，你悬停虽然在，但是你在地下室你用不出来。对，而且你这个野人还不一定好调整，还不一定给机会你调整了，你外围哦找人过来不好意思拦到了。是你这个局实在是就是这个节奏起得有点太快了。哎呦，这赵天这个点位实在有点远，甚至好像可以闪现直接拿刀了。你外围不闪呀，这位置一旦闪现拿了刀的话，我地下室再传一波，你地下室肯定救不下来这人的。闪现可以直接交，别交了，这位置来不及，球挡住了，但是你们两个人怎么出来呢？甚至救都救不下来。你下来的话，其实他也还就他跑得比你还快，没错。而且我出来可以把这个球给他清掉。两个球，现在好像只剩这边门口有一个，这门口好像也。过来的话也是拿到了三岁这一刀，你现在全残了，状态全残，有一个人马上就要飞了。现在也是赶紧找个人下去，能够直接把人给他救下来，极限的把圈给他开掉。但是这个飞行家，你就算开了圈，他其实也是一个挂飞状态啊。野人现在也难跑啊，他要真想瘫的话，你拦不住啊。想瘫吗？还是不瘫了？只能说先拉开，让这个先挂飞一个。对，只能说先拉开，让他去挂这个玉林。把星河那边保活先。这个局面其实在打到两分钟或者说一分半的时候，已经让监管者变成了一个慢性四抓了。这回的话其实你挂飞完第一个密码机抬头一看，两台半全残的，两台半现在就算摸好了，其实现在也是完全属于你捏的节奏。求生者现在半点打不出来，你球都没了，然后再加上就他这边的话也是赶紧把火灾的状态给他调满了。对，火灾降水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白板，然后野人是已经骑了太多次了，我一会儿等一会儿平地硬追，你这个猪掉的也是很快的。还有现在就是说邮差他没有带一个回环罩，就算打到一个开门战，邮差也是自身难保。对，我就先不说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你们的道具其实已经耗差不多了。对，已经耗的差不多了，道具没有，状态没有，密码机也没有，只要捏捏现在就是说自己的技能不空啊，二阶该用的用上，或者说自己的下一个闪现能打到人，他就是一个完全自装。是的，这局的话密码机确实差的有点太多了，而且再过来因为他早早的就把这个二阶给他开出来，所以他现在是一个优势的博弈，都不需要跟你博弈，我直接交技能。我闪现我都不需要拖，我就可以靠自己的二阶我去拿刀。是的，野人的话其实也是挂过一次了，现在是起一个二挂。那这野人只能让火灾大船员来救，但是你火灾大船员过来救外面密码机，你差个两台拖呢。三岁就想办法走一个吧，这人不救了，就蹲地窖。说实话，这个地窖都不好走。真不好走，因为你现在你就甚至还打了一个恐惧震慑。提前加速对局，这个对局就是本来就是一个慢性自抓嘛，就本来这个火已经烧得很热烈了。是的，他现在还要往里面加柴。对，而且还是干柴，还要加点油在上面。没错，现在这个局我都不知道怎么能跑一个。
跑不了。这个狗哪怕就算是咬中了，它也无妨嘛。我的闪现我就直接出镜了，我就能拿你刀。而且你我只要有一个闪现身位就行。对你真想要说是一直爬，爬到一个地方你让监控者找不到，这可是艾维啊！我到时候一附身我就知道你位置了。对啊，对艾维来说，连这个就是连这个过程都不需要。对，我能直接防得很死。那现在再找残醉，转过来慢慢追，再招呼出来自己的伊斯人。那全兆天现在也没办法去做一些事情，他也没办法摸你。可是现在关键很难，你只能就是说是牵制个八九十秒、一百秒去拖火灾加成员的状态。然后呢？也很难。然后自己是个半状态，现在想不到一个点能去。然后那边还有闪现。等他这边去拿到了第二刀。哇，这把四抓的话是起级都起的有点太快了。还是野人那一波太亏了。他没有去防，对，其实他侵蚀度当时打第一刀已经98了，对，他当时想看一眼就会爆炸，他想拆那个陶片，结果你一拆那个陶片呢，可能在宁宁这边视角，我就是在等你拆那个陶片，你还敢下猪是吧？对，你敢下，你敢下猪，你敢下猪去，还敢下猪，还在那个陶片那边，还要去拆我的陶片，问题是你队友都没被追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前期还是有一点打得太理所当然了，就是觉得啊，我你走了，你走了，我差不多可以下周拆陶片，我就该休机了。防得不够，只能说是防得也不够了。甚至还倒得有个地下室啊，在地下室，救不活你，不论是飞行家也好，或者说是火灾调查员，更包括是邮差，这三个人都是没有办法去救出来，这两个人都能去外边进行牵制的。首先，你全场唯一的化险唯一就在这个野人身上，是的，但是他偏偏在椅子上面。那你在椅子上面，你下去，不管你下去谁，你在没有唤醒唯一的情况之下，你总得有个人得留下来吧？你比如说你下去飞行家，那我救完这个野人，野人自己可以上猪，那我咋办呢？对，野人这个角色，你就算是换了人的话，也是同样的，你这个人根本出不去，不可能两个人顶着一个半状态或者说是满状态，然后出这个地下室。对啊，这个节奏已经说在监管者就在手中了。是的，那先看一下赛后数据，这把三岁是破233牵制了40秒，玉林是破25牵制了20秒，全兆天是破137牵制了32秒，星河是牵制了60秒。是的，那我们看到捏捏这边破坏板的数两次，生育密码机的数量也是3台，火焰战争次数2次，灭日求生者次数11次，接到次数是7次。哇，这一局过程实在太快，但现在也是给到东玄这边压力嘛，东玄看能不能去争那一个四抓。对，这把的话确实进展有点快的，因为对于艾维局来说，你甚至说现在有一个艾维的打法就是熬老头嘛，你可能就是打到十几分钟才是一个刚刚开始，那你开门战还要打好多人，但是这把的话因为你前期的节奏起的实在是太快了，就导致说你上来给你一个人，那个人下地下室了，然后又给你一个人，又要下地下室，就那么如此往返，你刚调整满一个再过来救人，好不容易调整完了，你过来是一个震慑。还有一个点，他们现在牺牲的角色是什么？大副现在是进去了吧？野人现在也进去了，然后你再加上后边一个火灾驾驶员加一个飞行家，这四个角色我觉得挺心疼的呀。对，是这样的，而且你这局确实也是没有发挥出来一个自己该有的这个效果嘛。对，你今天其实是朱旭这边的选图，你在第一局红教堂本来已经出了一点失误了，是你有一些可以争的点，但是没有争到，反而是给到一些机会，但最后因为是打成一个平局嘛，所以我觉得也算是可以接受。但是第二局选出来的就是 GR 这边选出来唐人街，那你可能在上面的话就给了一个比较大的节奏，那你就变成了现在换边的之后，GR 这边求生者只要跑出去一个就行。对，跑出去一个。那如果说你这把甚至不止一个，是一个平局往上走，是一个三跑之类的，那你这个比分就直接拉得很开了。第三局你还是照样去还回一个四抓。对啊，你还是第二局拉开这个比分，不是说第一局还有个2-5-3的说法，甚至还不能三跑。所以现在的话压力真的很大。如果说是三跑，那就是8-1，8-1在第三局积分那也是拉开了很大。你这边求生者也是有很多要求的。是的，加上你是上半回合得分跟你下半回合得分是两个东西啊，你上半回合是先被四抓的那边，那你就变成了加他们现在有一个预设的目标，就是我至少跑一个，你在一些选角以及他们的打法方上面都有很多的保留空间，就不会说选得很偏激，然后我也被四抓，但是我这边有更多退路了呀。能拿的角色好多啊，画家入殓体系对吧，我打给艾维我其实也不怕的，你心理加入殓就最简单最保底的一个打法。心理加入殓，或者说是调酒加入殓，或者说你调酒加其他的角色，包括你现在先知也在，你真的敢把先知放出来吗？你祭司反正你是不敢放的呀。现在的话东玄就得想办法完成这个四抓才行。是，你想放出来一些能让求生者有攻击性的角色，同时也能让自己有机会，但是祭司这个角色真不建议啊，因为你一旦放了，无论是多么劣的局或者说是多么残的局，都能让祭司给盘成一个平或者说保一个。对，我甚至就在后面就卡着你嘛，我就卡着过来救人都行，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玩法了。没错，看东玄这边怎么去撑住
度吧，因为现在能搬的角色对面也是野人已经进去了，对，前期地局也还有三个角色嘛，剩下就认为有大副跟佣兵，大副佣兵看怎么去搬。对，这局的话其实对于GI来说，他们第一局是省了一个火灾，他们火灾是第四手的时候选的，那也就变成了说你第二局我还能打，我直接拿了呀，是我直接拿的，我能完全能够接受我在这局你可能打艾维的情况之下我拿这个火灾出来。看你上来一般怎么搬了，你但凡敢去搬什么心理加调酒，我就可以拿其他的角色了，你像祭司火灾训练之类的，对，祭司火灾我都可以抢，所以说你必须要把那些稳定的角色或者说是祭司这种位置你给他搬掉，那你搬掉我就可以先抢火灾，抢了火灾我加什么画家呀，或者说是加什么入殓的体系，因为画家这个角色我面对你的这个艾维我可以给你刀，只要我这个亲自度是满了给你的刀，我这个画我就能吸出来，同时我在一些危险地方或者说狭窄的地方我就放画，我硬牵制我也能牵制个六十秒以上，对，起码把这个时间给它拖出来，你后期就好打了嘛。对，像刚刚就是属于说你前期拖不起来，然后你因为太崩了，你去地下室的那个人也没有一个太好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他可能也要给点机会，那你可能打了一圈过来，那你前期的节奏太多了，所以我还有空过去在就是大房那边再控到了邮差的一个状态，那你全员都是一个残状态，对于艾薇来说起一个控场节奏，手上还有闪现，那太简单了呀，太能拿节奏了，我传过去一个二阶，我传过去一个二阶，那你现在也就算带了飞轮的话你也撑不住太多波嘛，你总会有一局会失误，而且你这个飞轮时间是很久的，而且我这边其实你二阶每一次一毫会失误，我用闪现来击倒嘛，对，也能够的节奏实在是太多了，就我是处于一个完全优势的博弈，但是你的道具跟状态是始终会被消耗的，但是我技能我就等他好就好了，我不怕呀，对吧，你就哪怕是个拉拉队员也好，或者说是你是个勘探员，我都可以把你的道具给你耗光，你道具耗光我就能拿你刀，这个表情包我刚刚看到你的家来了就不用再害怕四海为家，因为你的卢数家来了，是的，想想办法还行，对于周旭来说真的得想想办法才行，不好办，今天的状态起伏有点大了，这个角色搬了大副，搬掉了空军加大副，逼他们抢佣兵，我觉得可以接受抢佣兵啊，对啊，佣兵我拿了也无所谓啊，只要我现在分局给你拉开就行了，所以你是第二局拿就没那么亏，相对来说或者说你再放一放，你觉得你这局其实不要救人位也行，他们不是很怕，因为你现在我就选择太多了，我打体系啊，因为你现在面对第二局他们肯定是有第三局的嘛，我现在把佣兵拿了，你等到第三局你再搬大副，我可以拿守墓人，对吧，我可以拿其他的救人位角色，或者说包括前锋都行，或者我直接拿飞行家和科技小丑出来带宣，是不一定要去拿这个稳定救人位，所以这样的话就看他们个人的抉择了，佣兵真可以抢，如果你是为了说我这局一定想把这个比分拿了，我把佣兵放进去全局也没关系，那你就拿，对，他直接拿了佣兵加调酒也是把这个底给他兜了，火灾现在也在，然后先知也在，你先知搬不搬，先搬了勘探，那先知我觉得也可以拿呀，还是说直接拿入殓，入殓加调酒，火灾也行，对，火灾也可以，火灾入殓都行，反正三个角色都可以，还怎么选，先拿先知，先知配调酒吧，你这个前期的容错就很高了，不管你是回救还是不回救，你的容错都不高，哪怕抓一个先知，我先知只要把这个鸟一套，我就是自身变成一个原顶，那最后手是把这个火灾给它搬掉了，火灾搬掉没关系，现在祭司入殓其实都还在，或者你选个修得快的也行，那其实能打艾薇的角色有很多，祭司有太多角色能去应对艾薇了，就是你每一次附身的时候我可以靠自己的道具直接去远离你这些点位，不外乎是我们前面刚刚说的那几手嘛，对，总不能全部都搬完，所以就变成了说我总会拿到其中的几个，你这个版本其实还有一些角色他没有加强的，等到下个版本的时候你像玩具商的这种角色，我面对你艾薇也有一战之力，对吧，我提前放跳板就行了，你敢附身过来我就直接踩，对，大不了我提前放，我就多前都提前好吗，像那个现在祭司打法也是都打提前弄，是的，就大不了我牺牲一个跳板，我是无所谓的，只要能保住我安全我不会出问题，那这个节奏我就能稳住，看一下东玄的选择，因为现在歌剧已经是没掉了，而且他是需要去追这个四抓的，是如果说不打艾维看有没有别的选择，不打艾维的话防单刀也有个走防走地的都有，可能还是要去考虑这个艾维才行，毕竟你是要去争这个四抓的，也只能打艾维了吧，如果说是你不打艾维我想想
物也难啊，因为有先知，先知有条九，对，先知这个角色有个鸟，你这个狗是必废的。还是对，而且女巫的话，其实唐人街也不是很好打，那最终也是确定的一手艾维。艾维拿出来的话，就是一个硬实力的比拼了。是，但是基亚那边还有一个说，我有更多的去在中间的局势做选择，都有很多的退路。我感觉是三个双弹飞轮，这么拼。有没有可能呢？因为我觉得两个差不多，确实跑一个的话也行。是，这边选点的话是把祭司放在了大房，然后先选择了一个二号。佣兵现在还是不舍得离开，看他等下离不离开。啊，调酒离开了。对，最终调酒可能没抢过。是的，调酒去了小房，那里两就两个跟两个嘛，分开两边来，就可能就比他就只有一边会被干扰。对。想让你监护者选在中间，这样四边都能直接去进行一波破译密码机。但他是直接选在了花坛的那个地方，但这个点其实先知也是会走到祭司的洞，而且不太需要去就是有一个跑路的时间。是的，我大不了祭司去修中场嘛，修中场也行，或者我打洞走嘛。对，我打洞走，你来回大房绕一圈，你再过来走洞就好了。带移形的艾维，这个点位看东玄能不能就是说是拼波运气。如果说是大房到小花园这边能刷一个四连，就包括一个中场靠比较近的一个单板，如果能刷个四连，其实东玄节奏就会很好。对，两个双团飞轮。是的，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决是由GR的求生者对战朱雀的监控者，由解说林志小木为你带来 IVL 时赛况解说。去找往大房吗？东玄先把自己的伊森招了出来，卡梦的位置好像是能知道的，因为这里出现耳鸣。对，但是卡梦那边是选择了一手反跑啊，没想着去抓。哦，还是想着去抓了，是回来。但是这一段时间其实卡梦已经是绕了一圈回来花坛修机了。对，还想干扰一下阿瑟，阿瑟是一个调酒不敢慎抓呀，只能是对卡梦有点想法。对，这里的话是留下了再回来59的侵蚀度，身上的鸟能拖出来。对，这个点的话，其实小夜明那边是比较方便去给他流动的。没错，看这个洞，等一下怎么打吧，因为你已经打了一个打好了。哎，但这里的话，侵蚀度是满了。这个鸟可以直接套，鸟套了这个板子，要不翻吧？东玄是很喜欢打这种侧身刀的。想要先把你的洞给它清掉嘛，那就说法比较少一点。是。这也是在硬转，不过在这个位置好像是能拿到刀的，进不到板区。飞轮要补吗？直接飞轮了。哦，有东玄也是直接预判到了，知道你会用飞轮。对，在这个点的话是可以上二楼的，直接选择了交移形过来。但移形的话，其实它也是能够进到上面的这个板子。哎呀，这刀没打到。想极限抽到刀，但是难了。但这个身位，我说实话，移形也有点难跟上。没错，因为你补受伤加速过去上二楼再下板，第四人再跟再一喷来得及吗？哎呦，这里的话是洞。已经在洞口了，但没来得及，因为伊森人极限喷嘛，把你这个洞口方向直接拦住了。是的，反击的话是两台半，居然还这么细，直接后撤刀，防止自己被洞吸进去。再一喷，哦呦，把祭司的洞给打断了。而且现在的话，他手上是去不出来下一个洞的，暂时。是的，他已经防好了，防你小渔民这边背后打洞。伊森人这边也是给他上的侵蚀度已经涨到了99了，直接传过来。但是过来的话，其实小渔民这边也是被吼了一下，那就用刀才救。等一下，想打震慑。好像进入条其实还有点说法。东玄还是想拼一拼，应该是想打震慑。你很极限了，极限了吧？哎，过半了，这打一刀直接逼救了。你现在还没有带化险为夷，卡梦现在有点难牵制啊。那现在的节奏其实东玄也会很舒服，因为他能有可能是能提前完成一个淘汰的。对，但现在的话，他们目标不是说一定要去争个多跑，没错，只要跑一个就行。跑一个的话，这个局还是挺有说法的。那现在的淘汰是已经拖到了中场的这个地方。是，这波可以直接附身，要附吗？哎，直接硬骗，
我甚至不想附身了。是的，但是密码机其实很快啊，三台半多了。再找找机会。这点得看东雪那边到底能不能把这个节奏给他续起来。接下来就找祭司，如果说是能直接把祭司给抓住的话，这个局面其实东雪就有多抓，甚至四抓。但小月明那边应该是先打好填洞了，没想藏，已经打好洞了。那他的这个直接可以传过来的，传过来看自己的隐形能不能快速解决掉他。那你过来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是现在就终结机会，看你怎么去拉扯了。他的移形可能会想着用，因为他要终结他。上有一个洞，马上就要出来了，这里是直接选择了移形过来，但移形之后小月哎，在骗，能骗到吗？哎呀，刀出晚了一点。这个刀要是能拿到的话，他这个局面就能控制了，甚至这边的密码机你无心是破译不了的，只能过来救。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小月明那边就又有机会可以去修这台机了。对，就是刚刚的那台，我可以从后面打洞过去修，但我也可以先撤。求生者，就是你求，看你求稳还是说怎么样嘛？对，求生者现在节奏已经是回来一些了，毕竟你现在移形空了，包括外边的调酒也是在起密码机，祭司位置现在也是无敌的，毕竟他手里的洞马上又要好了。对，这波其实还是规避的非常不错的，就稳住了这个节奏，没有说给你一个特别快的续节奏能力。是，只要你续不快，其实你这把就很难多抓。边吃这一刀无所谓，但他现在手账护腕不能省，因为他没有带回光晚照。知道那边祭司的那个陶片拆完之后，其实他那台机已经是要开了，又想找祭司，但那边密码机已经快压了，就算真抓了祭司的话，祭司有带回光晚照的，能面对一个三人开门战。是的，佣兵那边已经是贴门的一个状态呢，直接开贴上了散门，你只要说能够多拖一点时间就行了。对，佣兵现在就硬碾压力，只要你出个黑影我就直接转走，对吧？他三个护腕呀，三个护腕还带个飞轮，你不敢抓呀，你管他都不太好管。是，甚至他们现在都可以跟你去卡这个挽留的时间，现在门口不要第一时间去贴，就拖时间就行，反正你是个带移形的。对，这把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个挽留时间里面的节奏给他稳住，其实就很有机会三跑。你看几个人，祭司加佣兵，还带这个飞轮的佣兵啊，还有调酒。二阶现在虽然是在的，但是现在找不到目标啊，祭司也不是很好抓，东玄不敢赌，你要真敢赌吗？因为他现在拿捏不准，就是说你小佣兵现在手里还有多少个洞。那你找佣兵，佣兵那边是哎不上了这口。飞轮护腕都没能用，没能跑到。那你手上起码能够说多有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能够拖到地下室去，所以是想让调酒那边赶紧去点门。那现在就没办法了，两边人必须要硬贴了，就是说我宁愿被你三抓了，我都必须要跑出去一个。嗯。再传传过来，想去干扰这个门。等一下，阿策这边。出来这边的门。又了，九十八、九十九。直接被打飞了。是飞轮没能用得出来。再过来动好像啊，可以读点说法。现在还有个四十秒，佣兵是很极限的，所以说祭司如果说真能打一个高级洞的话，这个局面还是有机会能平。那你这个洞你可能打过去了，哦，他可以打过来走。等一下，小月明好像想硬冲，但是你这样走脸上了呀。再一喷附身过来二阶，这样七十度已经满了七十八，好像走不到椅子面前。是的，手上的话其实是一个没有飞轮的状态，那个平级刀直接拿到了。为何不开另外一扇门呢？你调酒一边，我祭司一边，要不就硬等，要不然的话你就直接去开那边的一扇门，只要你去开，那伊斯人这边他是只能管调酒的。而且其实不是很急啊，他们这个局慢慢打也是可以的呀。为什么要急呢？你佣兵带个三个护腕，还要带个飞轮，哦，还有化险为夷，我祭司那边等个洞，我调酒那边也有双弹飞轮，还有九牙都没用过的呀。哎呀，这个冲感觉想简单了，真的是想简单了，往门口冲啊。你是直接一个洞，你打是打了，你能够往门口的方向跑，但是你跑不到门吗？等一下直接我再把这个味道散一散，你看。哎呀，这加班的味道，我觉得都怪慵懒兔。哎呦，这兔哥的味道感觉现在还在，有点浓烈了，太浓了，太浓了。所以这把的话，我觉得确实对于积压求生者来说是有点可惜的。首先，是唐人街的这个艾薇；其次，你是在自己己方的这个监管者先四抓的情况之下，你只要跑一个，但是你也被四抓了。哎，他们其实，在那个角色的选择以及天赋的选择，都是做出了一定的针对的。我当时看着调酒，其实在那边已经开门，我是想着两边的人应该是已经交流好了，一边贴一扇。我也以为是。对，我只要一边贴一扇，你意思人只能管一扇门吗？毕竟你只能还是管地下室的人。
你不可能就是说两边门同时去防，这样你就处理不了这个调酒了。是的，哎，这把的话，因为你可能本来想着说啊，我有个祭司在，所以地下室会稍微的好卡一点点，但是他当时动是有点枯竭了。那先看一下赛后数据，这把小夜明是破了121000至91秒，阿策是破了293000至13秒，五星是破了128000至50秒，卡梦是1000至85秒。是的，那东泉这边是破外摆的数两次，命运求生者次数8次，击倒次数是5次。哎呀，这一局感觉就怎么说呢，祭司这边问题还是在的，就是说你手里没有两个洞，你是不配来到这边半场的，对吧？因为你要是有两个洞，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拉手，或者说去拖一下他的挽留时间，包括我们看到那个点位，真是说你手里还有一个洞的话，你能救这个佣兵，或者说你能救这个其他的人，或者能救这个调酒的位置。而且最简单的一个点嘛，就是你如果说你调酒选择那会儿是直接硬点这个散门，因为牛民被牵地下室，你调酒选择硬点那个散门的话，那你祭司其实没人管你啊。是的，就你没根本没有空无暇顾及这个祭司，那你祭司只要管另一边就好了。或者是说你调酒你点开了门之后你硬交这个飞轮，说不定也能多使一下，还是有点机会的。就是感觉可能你在一些就是操作上面有一点点在开门战的时候有点乱了。老九在那个位置开门其实就是想着先进了，对吧？把自己先进，然后让自己的队友能走，但没走，没走成功。嗯，没走成功是能往脸上冲一个想法，可能就是说着急想要直接堵，能直接出门，或者说主要是那个洞打得有点急了，如果说是想摊的话绝对不可能打那个洞，对吧？可能想就是找个机会走门吧。不错，那刚刚比赛非常精彩，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哎呦死了，没事没事没事。哦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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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阶交了，二阶交了，二阶交了。你跟你屁股还在跟，还在跟，二号双板跳石修正房，我去大房。 OK OK 跳休息大房，我去大房跳。就好，他们就一直开。欢迎各位回到 IVL 秋季赛常规赛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林芷，我是解说小木。马上要进行的是朱雀对战 GR 的第三局比赛，那前两局呢都是握手言和，对，你平局我也平局，你四抓我也四抓。其实对于东水来说，我觉得刚刚那局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想想他们顶着这个只要跑一个就行的局，然后去拿的一些阵容啊以及他的一个人格加点，其实都是比较好去跑一个的。但是他真的是在前期你在击倒了之后，然后他也是把这个先知给他下回来，没有让他钻到祭祀的洞，那你前期的牵制直接没有拉起来，再过去你在首尾的时候还是拿到了一些优势的，你是把那个祭祀洞下满了之后想过来的，那过半了。他们的牺牲也挺大的呀，刚刚其实看到东泉这边呢就是朱雀这边的一个求生者，他们牺牲的是你两个救人位进去了嘛，但是你现在反观 GR 这边，祭司好像祭司是在吗，反正两个救人位现在已经没了，佣兵也没了，祭司好像是最后首选。对，调酒反正这个角色也是没了，等到时候说是心理这个班了的话，你场上没有调状态的角色了。对，反正就是两边都进去了一些角色吧，但是也还行吧，因为你进去了我也进去了，然后大家都是把这个前面的大小比分扳平。是的，祭司是在第四手，祭司是第三手先知嘛，因为对第三手是先知，那这样的话双冬帽是已经进去了，后边如果说是再打什么类似于边疆地图呢，我可以就是说接着挑战，对吧？对，但是其实说实话你在第二局选出来了又是佣兵又祭司又先知，平时这几个时候都是在掰位上的，但你选出来了确实被四抓了，还是有点可惜的。有点可惜，刚刚那个三人开门战的话其实两边就顶头硬点就能是走一个的，就你就顶另一边的门嘛，其实也不是特别头铁吧，你就点另一边门，因为队友首先一个在那边就是地下室口，本来想回酒先把佣兵的状态给他调满，但是被东水那边抓住了机会嘛，没错，然后送到地下室之后那些脸上还有个调酒，其实他都是把两个人围着这边在打，是的，但那边其实没有空管呀，没有空，你在那边的门口的话，你如果说是硬开的话，你
根据这个伊森人的移速，其实他也赶不过去，对吧？而且包括那边就算是真的还存在陶片的话，他也可以来得及这个拆掉，然后以及能把这个门开完。再包括就是说是，其实佣兵刚刚那个九和尚，他们其实就是想打一个三人开门战，或能不能去争个三宝，或者说保一个平局，摊到更多的积分。突然想起来更可惜的事情，是就是佣兵那边他还是有飞轮，还有三个护腕，对，就这么一想，就好像得更加心疼了一点。因为你选进去的资源实在太多了，包括你前期的一个节奏，因为家他们有个特色，就是求生者那边破译密码机非常的快。是的，想想他们挂飞第一个人，这个密码机突然就到了四台了。他们节省时间。对他们这个密码机够快的情况之下，其实到后面东玄想要去续节奏也没给机会，就一度想要去管花坛旁边那台祭祀的密码机没给机会，然后去大房找佣兵也没给机会。其实对他们稳定的还是非常不错，但是在开门战的时候，我觉得是思路上面有点没转变过来。其实他们只要清晰的记住自己只要跑一个就行了。如朱雀这边是选择地图选择了湖景村，这张地图的话也是他们非常喜欢去选的一个地图，而且这张地图，像求生者那边的地球手也好，监管者那边梦之女巫啊、红蝶啊，都是很有机会去操作的一张地图。湖景村这张地图是图，里面是有个流窜是玉林下场了，然后弗兰上场了。对。关键我想这张地图的话，就是使徒啊、红蝶啊这种角色可能上的概率比较高了。鹿头也在，鹿头也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如果你说要讲一个进攻性的话，可能就是使徒跟红蝶会比争三的面会更大。宁宁在这张地图他出来的角色就是偏使徒加红蝶了啊，这两手拿的概率比较高。我前面感觉两边都打得有点可惜啊，是就有的是打得过于谨慎了，有的是打得就第一局是两边都很谨慎，第二局上来呢过于不谨慎了，就给的有点多了。是的，就多了之后另一边可能在开门战的时候也有点没想明白，所以是也行吧，我们重新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就看一下第三局到底能不能够说把这个状态再调整一下。因为我说实话第二局你两边可能给的一些机会都有点多了，求生者的那边，但监管者是很能抓机会的，想想捏捏那边上来先是抓到了野人的机会把他放到地下室去，那你后面滚雪球越滚越大，控到了每一个人的状态跟道具。捏捏那个局势其实有一说一，求生者是没有办法反推回去了， 对， 对，就是已经搬不回来了。是的，你在这刚刚我们看到下半场的时候，其实他们求生者还是有机会能翻的，就是说我想跑一个你监管者拦不住。对，因为尤其是到开门站的时候，就我们最简单说的，你看另一边门嘛，因为唐人街其实它也是有两个门，但最终的话也是可能开门站的时候有一点点没稳住吧，可能是交流吧。在中后期我觉得都是做得挺好的。对，前面其实你让姜文者又丢了移情啊，又丢了自己的节奏，想找你起码想去祭司呢，祭司也没能让你成功去上。对，来回几波控的话，其实祭司都是提前的把这个转点动给他打好了嘛，对，很亏了，就没有给机会。现在反正也是到第三局了嘛，反正前面的事情都忘记啊，看两边监管者也好，或者说是求生者能不能就是说调好自己的状态，接着面对这一局争到积分。现在如果说是再打平的话，那大家就可能再看一次加赛了。突然知道为什么你坐上来第一件事情就删一下这里。对，我就是想删，知道吧？我想把这个气氛我散一散。这里有点太重了，这个味道。是的，以后不能让兔哥。你知道吗？刚刚谁来着？刚刚在那个备战间的时候。我忘了是神坠还是低保还是李雷、啊、神坠神坠坠吗？对，他说一天两场加赛是他吗？是的，他说是既然已经打到最后一周了，不如每场都打了个加赛、哦、好像是神坠啊。如果说这场真加赛的话，我觉得高低得回去找一下这个神坠算一下账、哦、我们刚刚两个人不也是在旁边直接说吧，你这话是何意他话有点没意思了、啊、对，他而且当时是因为第一局还没打完嘛，所以我们选手可能就在后台还是在一个准备的阶段。对，因为我们当时还在说，他们说哦第一局还没打完，那如果这局还加赛的话，他们又会说这局还没打完、啊、是的，他是想要在这个赛场多坐一会儿啊，可能对，可能是这样的，然后正好也是在这个公司能不能多去吃一个盒饭就主打一个蹭饭是吗？是的。今天这一场我觉得第二局两边还是打得挺焦灼的，真焦灼。因为你想想，你可能第一局平局了我们就先不说了，但第二局在先四抓的情况之下反手被四抓，这个东西有点不太应该、嗯、有点不太应该的。而且你是自己放进去的资源也多嘛，佣兵啊、祭司啊、先知啊、调酒，这个阵容也是非常能够兜底的一个阵容，就很扎实啊，很硬啊。你不管是在面对艾维也好还是在面对其他角色，你其他角色打这个
阵容真的就是头疼，是吧？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针对谁啊，或者说是去围绕一个怎样的思路去破这个节奏。来到第三局，问你说的话，我感觉三岁是不是有可能拿出来他的绝活击球手了？这击球手能被你放出来？我甚至搬吗？搬了好像也行。你前面两手要搬吗？哎呀，前两手的话，如果你不搬，我就要拿喽。反正现在就认为已经搬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真要是说给你放出来大副，我也能拿神图去针对。但你这个击球手，尤其我们看到就是这三岁这个熟练度这么高的情况下的话，真不太建议去给他放 P 牌。对，但是你又要想，这个三岁他会不会在这回合拿击球手呢？是的，因为你现在是处于一个大家的比分大小比分都是在平局的一个情况之下，不是说你一定要去争这个多跑，或者是说桌圈那边一定要去翻比分，就可能会有一个保守争胜的局面。没错，今天是看到了啥呀？他是不是在跟三岁对话？三岁在那里跟他说放我击球手。这么远，我只是幻想了一下，我只是在想象。很好奇啊，真的很好奇，一会儿一定要问一下。好，那上来，击球手刚才完全给你搬掉了，搬了，没了。那我们把这个故事感觉就填的挺圆满的了。是，这边大副是已经进去了全局。对，老师真会给镜头啊，这老师。哎，你看你搬他击球手，他有一个洋洋得意的表情，然后你切回来三岁，三岁都懵了。哎，你搬我这两手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搬我是吧？直接是把三岁这些操作型的角色给他搬掉了都。那佣兵你想了对吧？毕竟现在大副野人都已经进去，如果再不选佣兵，等一会儿给你搬掉，你只能选什么守门员或者说前锋了。是的，那直接选了一个佣兵加古董。对，那后手那些是把先知搬了。阵容，想一想，估计小手虽说是也在，但是好像没必要选，因为你现在阵容里边，如果说再搭一个估计小丑，我可以选鹿头。鹿头这我不管抓你古董杀还是抓你估计小丑，我都能抓。先选了囚徒，选囚徒，好一手在速修的节奏。那后手的话也是把他的邮差给他搬了。是的，因为朱雀在前几场的话一直在拿邮差嘛。这第二局都拿了，可能也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吧。第四个角色选了一手心理，保一手下线。那这个阵容选出来的话，就比较偏向于个人，就是很少说有那种团队上面的配合。舒服一点吗？还行，其实还行，有因为好抓，主要是有囚徒，囚徒这个密码机你要不抓它的话外面快得飞起，抓心理的话其实也还行。是，我想的比较好的就是鹿头，真要拿个红蝶的话你有点怕古董商做出来一些事情。是，而且对，而且你要是拿个红蝶，你面对囚徒只想抓它，双弹飞轮一带对吧，我靠一些窗台，我围绕一些高墙的这些地形，你红蝶也不好抓。对，但红蝶的优势就是在于说你可能心里在牵制红蝶的时候也就是多一刀，但是他没有一些去跟你博弈的资本，像囚徒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嘛。但使徒，对，使徒的话其实就比较稳定嘛。对，你这几个角色比较难牵制一个太久的时间，你可能大概率都是一只猫一刀这样子。古董商的话其实也是要看你个人操作跟博弈的嘛。使徒你好像也只能针对像古董商啊，看大船会不会选的是囚徒吧，直接应战。等等，囚徒的点位啊，还是选大船，然后中间是放古董商，这样方便古董商直接拉点，因为已知你是一个使徒了嘛，先保证古董商的安全。你这个点的话，他们是没有换了一下，在骗，放到了大船，然后想摸的一个囚徒。哎，囚徒又撤回了啊，又选上了。但是佣兵撤回了，佣兵选到了小船后面去，反而是把这个佣兵。就佣兵一般是站在古董商的那一格嘛，对，反而是把它放在了小船后面。那这样看一下天赋吧，毕竟你这个囚徒在小木屋了，那肯定是要去抓的。感觉应该是一个移形吧，移形但也会更好。现在有很多就是说使徒有带张狂的呀，或者说是就是带风窗，你来挽留带移形的使徒。求生者的话是囚徒带着双弹飞轮，然后古董商还有心理都是带的一手商弹，佣兵的话显微移。这样天赋就看三岁这边能不能承受得住了，因为就上天这边是肯定会往大船跑，如果你要追他的话他就会往大船去，不是很好去进行追击。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朱雀的求生者对战杰亚的先锋者，由解说林芝小木为你带来 IVL 时赛况解说。
去往中场，中场这边君上天也是直接往大船跑的，没有打算去抓囚徒，打算直接打针对。抓君上天，君上天是在大辅船起牵制，那就逼得仙女是出去了外边。船位密码机有刷吗？好像也没刷。等一下，两个点位好像又重叠在了一起，还是只能抓一下君上天。是的，再过来的话，其实还是古董商那边身位又更近一点。是的。这边在进行追击，自己的猫可以准备放了，要放吗？打算离得近一点再去拿刀，不想让自己的猫空。这里能直接把古董商给逼着翻下去。在前期的话，这个就有点慢了，就节奏是的，稍微有点慢。猫咬到了，敢跳吗？古董商直接跳了下来，看能不能打断。哦呦，一个扫射，但是没什么用。是的。打得慢了一点点，如果说是点刺的话，可能这个猫还有机会废掉。不过前面的话，其实它已经是无伤在大船已经绕了几圈了嘛。是的。所以外围这个囚徒也是开始赋予它等级打击了。现在就看下一只猫能不能咬中，只要能咬中的话，也是下猫，对吧？打算跳，这个底上省自己都有点说法。哎，君上天，等一下，要不要回头打一下？没能回头打。那你平地的话，还是有这一刀啊？是。刚刚感觉不如回头打一下，因为这个猫咬的距离是能提前打出来那个机关敲的。还好前期是绕了几圈，所以现在密码机也差不多有三台两台半左右。这里可以再救，因为有囚徒，密码机其实是有机会争的。现在就要看星河这边救的怎么样了。猫没咬中，这个护腕底弹不弹，打算直接过去找。那这个移形要交吗？好像可以省。先省吧，这个移形就算交的话，可能也拦不住佣兵。是的，对这个点的话，还是先要去优先处理一下这个古董商吧。是，那猫范围太大了，只能说是这个刀硬吃了。这还是一个落地刀，能再拿了一刀吗？再拿一刀就有二阶了。好像看到吗？感觉有点难，应该有点极限，去一刀没能拿到。这点的话也是会挂的稍微慢一点点。是的，仙女那边赶紧把佣兵给他移起来。但是接下来你佣兵过来就肯定会开到二级，密码机会缺一点，需要古董商下来能牵制到20秒左右的时间，密码机就有机会能够。再谈护腕，需要卡他再死一点。现在星河他是不怕自己震慑的，但是他要担心一下自己也救不下来就行。是的，所以他也是谈护腕，先赶紧把往椅子那边去卡一下。对，现在星河完全可以就是说是我去震慑的，一点一点的救，一点一点的救，他不担心。自己直接出刀，不想让星河去打那种打法。但这样的话，他也是一直想要去卡。得救了。已经到极限了。哦，这一刀还没能打到震慑，那星河还可以帮忙扛。那这样的话，星河可以先去帮忙卡一下这块板子。这猫咬中了，两个人晕。哎，等会儿扛到了。那这样情况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因为你现在猫还没有好，还剩3秒。但同时，你这个移形，你敢交吗？感觉还是得优先去等猫吧，收益会更大一点。这里在躲猫，就算咬中了一个云门，再一跳能晕到吗？晕也是晕到了，但是晕到是另外一边，密码机好像有机会够了，又躲了一刀。哎，这刀空刀了，那密码机要空啊。那这样密码机能直接亮，打一个四人开门战，还得需要处理一下古董商。如果你不快速处理古董商，你那边的门是拦你都没有机会。对，现在的话，他其实只能交猫去处理这个古董商，不然你真的完全拦不到这个门。只要你敢交技能，是的，局长先看能不能翻过这个窗，没能翻得过去。那你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再到你挂椅的时间还是有一定的空间，而且他们选择了外围已经赶紧把佣兵卡成一个满状态。今天这边也是很细节，把古董商直接往回打，这样能离的椅子更近一点，不想让他往远处爬，能节省自己的时间。小白这边也不敢开了，因为知道他已经切了一个传送。直接传送选择了传小门，但小门落地的话是没有人的，因为他们那边都卡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而且你已经移满了这个佣兵之后，佣兵就可以往大门那边去赶。对，小船这边后边是地窖，然后三岁仪是往大船方向在跑的，三岁仪应该是没有办法走地窖了，有点难了。其实这波的话还是有点极限，是就感觉如果能卡的稍微再远一点点的话，这把有机会的。拖节奏了，现在就是一个走向平局，要实在离得太远了，他就没有办法跑。天电想把妮妮这边的一个跳给他断了，但是妮妮没有跳嘛。那这样也是完成了一个平局。在第三局的上半场完成平局，那也就是压力给到接下来这边球队，就是说是给到朱雀这边的监管者，看能不能完成一个多跑或者说是多抓。是的。如果说这把就是换边之后再来一个平局的话，其实就是两边要站到折加赛了。没错。哎
啊，多跑跟多抓，如果说是要打多跑的话，我感觉在求胜者这边的视角好像没必要那么去争，反而是在监管者这边视角的话，可以去想想办法争一下。对，监管者确实是可以想想，因为毕竟你地图本来就是一个湖景村嘛。对，所以你再回头看的话，其实如果说刚刚那局就是其中有一边，求胜者那边能够去跑出一个，尤其是下半回合，真的是太可惜了。对，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第二局的这个优势打到第三局嘛。没错。这个伏笔我觉得留得有点深了，以后还是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个细节，真的能摊到这一分的话，其实也就没有这么多事了。对，其实像刚刚那局的话，我觉得求生者那边应对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你像前期首先是无伤去通过大船这个地形跟尺度湾去绕嘛，你绕了两圈之后再过来，也是稳定的把这个技能都给它吃出来了。没错。我现在在东泉这边的视角去看的话，你角色掏什么好像比较舒服呢？这张地图首先能掏的有鹿头啊、蜡像、使徒、红蝶，好像也就偏这四手角色吧。再想着其他的，你也不敢说硬拿破轮。我们先看一下赛后数据，三岁这边是破译进度243，然后牵制了22秒；芬兰这边是牵制了，没有，然后是破译了187。君兆天这边是牵制了128秒，然后星河这边是破译了78，牵制了57秒，就是两次。今天是命中全者9次，然后击倒了6次。嗯，虽说是打到了四人防御战，但是奈何你这个古董伤是没有道具的，就哪怕你没有有道具，使徒其实他也不太怕，有两个跳嘛，大不了我连续两个跳，只要能把你晕住，这个刀该拿到还是能拿到到的。其实刚刚那局的话倒是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两边去博弈的点，对，就比较偏向于一个平局的节奏，因为你本身一个牵制以及到最后其实你压满救古董上的那一波是让他们拖到一个四人开门战的，那波真的是打得太好了。对，那波你下来之后连续夺了好几刀啊，好在进度条很极限的情况之下是吃了一刀，然后救下来之后再去跟你扛，没错，你双猫咬到了之后，这个刀还帮忙扛到了，而且啊，刚刚那波翻板也挺关键的，直接他是翻过去，你想要是没翻过去的话，这个局面对监管者我就是一个平上的节奏。对，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扛刀要扛一个使徒弯的是很难的，因为他是直接踩住了之后，我再去选我打谁。没错。双方发生换边，角色看监管者这边会不会想着去摊一点打吧，因为求生者。反正这边是肯定会想着去求稳的，对吧？在 JR 这边去想的话，他们完我就可以去拖到加赛。不过这张地图速修体系好像也存在，还能继续拿。反正你在大船去抓一个双弹飞轮啊，或者说是就正常的能牵制的一个速修位，其实也行。我想入殓师这个角色的话，其实也还在入殓师在这个地图还是有一个保平争胜面能拿。而且现在对于 JR 来说，他们是。像佣兵啊、先知啊这种都已经没掉了。反正飞天的体系，如果说是想拿，得担任一些 OB 位的角色也得出现。对 ，OB 位应该不会现在直接首班吧？还是应该会考虑其他的角色。两边其实这个班位给的不太一样。就一般你看刚刚那局妮妮是直接选择了把这个勘探跟机械手都给他搬掉了，对的，就相当于三岁那边他自己很绝活的两手都拿不出来，直接按在了班位上。我想想角色啊，角色要不哭泣小丑去代替其他的角色，就不选这个救援位是吗？对，不选救援位了，因为我在他们这边好像是大副可能会进入了一个首班，我不会给你是野人吗？第二局选的是那个佣兵，就算大副其实我就算给你放出来，你真敢拿吗？好像也没必要，对吧？我可以拿呼吸小丑来进行代替，你拿鹿头也好，或者说拿其他角色，我呼吸小丑大不了提前拉火箭直接跑，其实在这张地图呼吸小丑也还行，再担任一些其他的角色，比如速修啊，或者说其他的体系，你翻船出来，我呼吸小丑带着你来一发火箭去带到小船，其实这个牵制时间也就拖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可以优先抢呼吸小丑。不知道监管者这边会不会首翻，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我觉得抢呼吸小丑吗？我觉得应该不会首翻，主要是这个角色要出来可能会给你监管者带来威胁比较大，你像往往一些手乙的监管，我给你来一发火箭给你撞晕，我就能无伤救，而且还能无逼，那估计小丑挺全能的。这个角色的话你像他牵制也有，辅助也有嘛，对，然后也可以带圈，其实还是在第三回合有一个比较大的登场率。是的，他同时破译还没有那么慢，不像野人啊、佣兵、前锋那些角色，所以说能拿出来体系反正能打的也比较多，比较全面嘛。大副这个角色反正是没有必要进行一个首选，你要是首选那就为了保平，首选的话可能会给使徒安一点机会。是的，使徒能去抓他这个节奏点，
说你化险为夷嘛，同时也有好处啊。第三局的话大概率还是要拿这个使徒或者是红蝶，应该是个二选一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复仇可能也有可能。等会儿我想一想，第二这边求生者会不会选冒险家呀？冒险家想一下对吧，那你但他这边也有个女巫，他没调酒了呀，是他没调酒，如果要拿冒险家的话有点风险，拿个冒险家带个双弹飞轮就看你这边敢掏不掏女巫了，你真敢掏女巫的话冒险家双弹飞轮也不是说不能溜对吧，有点难受，有这么个意思反正，但是看等敢不敢打，因为你要不掏女巫你拿其他角色打你绝对控不住这个场，冒险家扒出的几个树叶我密码机全给你破开，这个体系可以在这张地图去打，而且不太好找，是冒险家在湖景村的一些狗点还是很多，这个图比较偏暗一些，地图也它的一些草啊什么的也挺多的，没错，小模型之类的，所以说这种思路的话也可以去争，可以去打，真要敢拿冒险家的话，你也不就是说考验东雄这边的女巫熟练度它有没有下降。好，看一下这一局先搬掉了勘探还有守墓，是只放你一个大副，对，就让你大副出来，那不要 了, 不要了，不拿了，就拿哭泣小丑这个角色，那这样的话大概率可能还是要考虑这个使徒安，是的，而且你看这两手的搬位，先是搬勘探还要搬个守墓，我觉得挺使徒安的，哭泣小丑要不要先抢呢，如果说是我觉得可以先出抢，你要是不抢就拿其他的角色来抢了的话就不太考虑这个救人位了，而且现在我觉得剩下来的角色也不太足以支撑他们去拿这个大副，哎，先拿了空军加火灾，再搬了一手飞行家，他也知道你可能不拿大副了，对，飞行家可能会拿出来带圈，你不敢拿，那你小丑要拿吗？因为你现在要防使徒，要抢救人位了吗？还是说还不着急，我就拿其他的角色，不拿的话我感觉虫也是去防的，防使徒，同时还要再想一想还能防什么，防红蝶，那你把挥手搬了，你拿的话就没了呀，直接把挥手搬了、啊、因为你可能在第三局第三手你还有这个拿挥小手的机会，是要拿前锋吗还是说拿其他的角色呢，就拿大副敢吗，大副还是拿了大副了，一说一这个阵容还是可以拿使徒对吧，因为使徒打这个阵容我大不了我不抓你昆虫就行、嗯、而且就算抓你昆虫其实东玄他自己也有经验对吧，我提前把你技能封了然后再跟跳，你昆虫这个虫群只能任我打或者说是你这个人也跑不掉，对，东玄不是使徒没抓过他有抓过的，感觉他们也是有考虑到说你这个大副选出来之后是有一些能够去兜底的角色的，没错，所以你像昆虫跟火灾都是能给到一些辅助或者是说空军过来开把枪，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优先拿这个稳定的救援位，红蝶的话就是能抓火灾调查员加空军，那你要是说选使徒的话也是只能抓空军加大副，昆虫的话可能是在第二个选择，但是怎么说呢，毕竟昆虫它这个虫群一旦要能挡住你这个使徒可能就会难受了，就看自己的经验了能不能提前把它技能封了或者说把它逼到一些好的点位让自己进行追击，看同学的想法，是红蝶大概率还是会打，哎呦女巫，哇硬上挑战的梦之女巫打这个阵容是还真能行，能打，真是有机会能打，但是大副空军都能下手补这个飞轮，他们带的多不多，如果说是你飞轮带的少完全是能打，可能你的预备就是你觉得他可能会打使徒那你就会带双弹，那你飞轮就少了，没错，所以说他这一手也是在赌你对面的这个飞轮会带的少或者说激进等同于没有，是他们这把直接把大副放在大船上，刚刚那局是放在了小船后面的一个佣兵，这是直接放大副了，哎呀看这个飞轮带的多不多了，如果说是飞轮带的多的话其实也是有牵制空间的，毕竟感觉飞轮不会很多，哎，对，因为他们可能想的是你另外的角色不会想的你女巫嘛，他们防的可能是更多的红蝶呀，更多的去防使徒嘛，对，你玩使徒的话他带飞轮只能就是说是防你一波炸，看一下选择，我带的是狗，然后阿瑟这边带的是双弹，两个飞轮，行，那其实这样的牵制空间也有，阿瑟这边可能会被追击有点风险，是的，而且大副敌的一个位置比较远嘛，是在大船的方向，哎，能抓大副啊，
那是 大船你要抓吗？现在进入到比赛方面，本场比赛有 FBS 足球的监管者对岸 GR 的求生者，有解说小木木林志为您带来 IBL 实时赛况解说。比赛画面，那现在监管者呢是直接找往中场，看是要找卡梦还是说是直接去找大副呢？这点他的想法已经发现了，卡梦想去修中场，可能单纯只是想寄生哦，单纯寄生直接去找大副，认为你大副就没有办法牵制的能力，而且同时要干扰你这个空军，你如果说是敢直接放声大胆修，我就直接寄生拿你刀。的不过我这边无心是已经选择了出来，想要去抢一下海边的这个密码机，那等那边的话就等个技能，现在就等技能时间。那密码机可慢啊，因为你空军现在要被自己的寄生干扰，你真是敢放心大胆修吗？好像在修，确实是的，直接选择了放狗。怀表不能用，那怀表用的话绝对是废的，同时第二刀可能也会来得及，再等。那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会被架住，而且你是的架一口狗就不好卡了，这里的话直接有刀，有蓄力刀，然后这个怀表可能要考虑提前摇了，因为你要现在再不提前摇的话，这狗一咬到你就跑不掉了。这条线的话是直接本体狗咬到了，大副现在有点危险啊，卡第一口一个抽刀能抽到吗？没人抽到，因为板子没放下来。而且对于冬雪来说，你跟他博弈你就在板子前面抽就行，你爱下不下。这现在其实就是现在版本的女巫的打法常见，但现在危险点也来了，空军这个位置危险了，因为他自己的寄生他没去掉，他一直在进行破译，而且你现在可能要被逼的秒救。对，不过那边的话其实也有一个人已经卡过来了，卡梦这边救不下来，只能换人来。阿瑟那边是贴到了椅子面前，可以打一刀没能打到，那你现在的话两个人都在被赶，你可能这里是直接有刀了，是给到大副一波牵制空间嘛。这个怀表要提前摇吗？可能要考虑提前摇的话感觉没什么说法呀，再不摇的话就要危险了。是的，再过来的话其实也可以顺手去给阿瑟一个寄生。是的，再给个寄生，那这样同时两个人是没有办法进行破译，因为我们知道空军这个角色呢他现在自己有个寄生，他只能先自己自驱，一旦就是说他自己受伤了，外边的人肯定就救不了了。是的，而且刚刚救人的那波其实是外围只有小夜明还在破译密码机，别的人都是要过来，要不就是这一刀直接打到了，因为自己的怀表没能摇到机的话现在是两台半左右，那你又直接可以上挂了，那边两个人在护区，把阿瑟的那个驱掉了。是大副现在这个角色很难救，但是这里面等一等，好像阿瑟这里可能会续到，这个枪要交吗？交是交了，但是人挂上了，同时这里能不能探到刀？没能探到，因为那个刚刚是卡梦的一个寄生。但是也还好，因为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说也是你脸上直接有人，我就可以直接逼你了嘛，不切闪，现在就慢慢等等这个卡蒙救，只要你救了我这边直接放过要你大副，因为他知道大副现在手里还有块怀表，而且你救的话其实空军本身也是带着一个双弹飞轮嘛，就打一刀看能不能打个针对，没打算打针对逼他救。这位置你只要摇了怀表我就放狗，是的，那也是选择了交一条本体狗，看能不能咬到，只要能咬到的话大副就没得跑。咬到了，直接咬到了，这个寄生也可以交，或者说是本体，反正只要能拿刀就行，跑不了。这个虫群看能不能保得了，能保护吗？一个蓄力刀还是打到了，打到那那边的话，其实脸上还有一个卡梦，还有一个小夜迷，这个节奏可危险了。了呀，可能会，因为他现在不管是找这两个人都行，如果说是找昆虫，他也能直接说是我摊到刀，然后后边底牌我切闪把你给终结了。对，或者说现在找的卡梦，我也可以说是等到这边直接切闪把你给终结掉。而且外围的话，其实我就不让你去修机，控制到你的状态，你外围也是没有办法去调整的。哎呦，这个点位他必须要带走啊！如果说是在这个地方倒了，是地下室啊，没有人能救。这里的话，平地可能就要倒了，还有个飞轮的博弈空间。这里能拿，拿到刀了，地下室可以挂，看要不要去。可能不会想着他应该挂外面就好，因为他现在想要赶节奏。对，他现在的话其实还差一台的密码机。等等，好像东玄的想法还是想硬签，那就换呗，换个信徒再来。没错，反正我另一个信徒也是跟着硬把你搬地下室去。然后来我就打你刀吧。那现在东玄只要在这个地下室守好了，他其实就是一个多抓节奏。是的，现在的话又打到了。
服在现在其实他就不在乎外边的一个密码器了，你哪怕就算是压好了，我现在就是让你下不来这个地下室，是你但凡敢下来地下室你下来都出不去。梦之女巫，你上面又有信徒下面又有信徒，这咋救啊？我就直接给你终结了，但凡你在外边给我看到了，我就可以直接切闪把你拿一刀，你这个地下室你下都下不来。对，现在的话他也是在排，他也知道其实小夜明是在这里附近卡着的。哎，发现了啊，先给个寄生，外围的密码器还差80%，直接放 狗，小夜明救不下来了，因为现在寄生可以直接拿他的刀，地下室进不去，密码机也没压好，很尴尬。好，这里的话直接拿到刀了，但是里面还有信徒呀，所以他只能吃刀拉走。这个局面已经是救不了了，真要是想要过来救的话，也没办法，这个人是已经站不了了。而且通玄这边其实还有技能呀，是我底牌也还在，再放一只狗，再咬中，咬到了，哎，这里是。也是发现他的位置了，等，对，没事，反正现在空军我可以慢慢的等他挂飞，然后再去找你小夜明的节奏。最主要的是密码机现在也还没够，而且我地下室还有一个人呢，就变成了你空军那边首先没人能管，你就算说你把这个密码机亮了之后，我手上只要盯着一个人去抓，我这把就三抓了，跑不了啊，我现在就直接切闪你又能如何呢，直接盯准小夜明抓，甚至这里好像不需要切闪，因为飞轮刚刚已经用了这一刀，也能打到，但是密码机是能压好的，直接开开了没关系，因为他现在底牌也还在，我完全可以说是直接传送门口去打一个四抓，不过他现在就是求稳，我就留最后一个就行了。我现在的话其实是阿瑟那边已经在点大门了，所以想让小夜明那边回头走，等等自己的如果本体断了的话好像就打不起来，直接行冲过去，一心跳的话小夜明人去走上去地窖啊，那个门已经开了，放了个球，等一下这个球好像把自己堵住了，来得及吗？火灾已经跑出去了，昏虫也跳了地窖，这样的话两边来到了加赛，不是这也能平，这我前面的那些都是说这也能四抓，这也能说这也能平，因为这把其实前期的这个节奏包括他后期去滚雪球的这个节奏都续得很好呀。我想一想词，我想一想词，我现在我已经是不知道该对这个比赛说什么了。其实我觉得今天怎么说呢，就首先是第一局加赛了嘛，第一局打得也是很激烈，那来到了这个第二局，我觉得比起第一局它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等让我们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多，就是这也能四，这也能平，这个结局确实有点想不到，就有点一左，我们其实可能想的就是说你放个技能啊，切个底牌，我就能把你这个门口拦住，但是在东城这边的视角呢，可能卡的有点过于极限，甚至自己的寄生啊本体有点没有紧贴它的位置，包括那个本体啊，这个本体为什么要拉超脱呢？不是，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刚前面不是也提到说，因为你地下室那个人，首先你是零个人能管他，对，那也管不了他之后，你只要在外围，我就盯着一个来抓，是啊，我。就别的我根本就不管，我就管你一个人，其实我这把不也就三抓了吗？没错，那我们先看一下最后数据吧，小夜明这边是破译了157牵制了71秒，阿瑟这边是破译了281牵制了34秒，就是14，吴京这边是破译了4然后牵制了76秒，蛤蟆这边是破译了73牵制了54秒，就是14。是的，东泉这边是命中使用者14击倒了6次，最终是双方打成一个平局，来来回回三个回合，是比分是上下回合都是扳平的状态。是的，求生者其实有一说一，他们也是抓到了这个机会，不过啊说实话监管者其实他就是一个是三抓节奏，对吧，因为他的但是这把也不需要他四抓呀，对，他不需要四抓，他就是一个三抓，他可以把这个三抓器拿捏到手里，因为他只要把这个门口守住，或者说是直接紧盯着这个昆虫，寄生有闪啊，对吧，我寄生我一直不着脱，我就一直跟着你，你没有飞轮，你只有那么好像也只有1/3的虫群吧，我迟早能跟得上吧，我切了闪我直接把你击倒了，你又能怎么办，对呀、啊。而且那个人其实大门那个人是就是其实可以不用管他嘛，不用管他，就还是去管其中一个就行，因为梦之女巫的开门战往往就是这样去盯着其中一个人抓。是的，那刚刚比赛非常精彩，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OK 他放猫了，他绕你，他绕你，他绕你，就先小门吧，就图我先给你传，哎、先给你传。啊，来了，你下去，你下去，传秒。我让你，让你，可以。7、6、5，有机会，有机会，我要进，3。二开开了，四没事，三二一走了，可以，他狗叫我了，现在还没好呢。这有个空军的，我得走一下。
欢迎各位回到 IBL 秋季赛常规赛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李志。是的，我是解说小木。马上要进行的是他们比赛是第四局了，也是就是加赛，朱雀这边对战吉二。我觉得打到今天这个局面，有两个人是要背锅的。对，一个呢就是上一局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味道的慵懒兔，另一个就是在备战间留下了一些。就是这样是不是也得算上三个吧？那个神坠不也得背锅吗？对，神坠在备战间这个肯定得背锅。我觉得跟咱们两个可能，但责任上面肯定慵懒兔比较大呀，他长久以来的这个历史还少吗？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慵懒兔跟神坠应该，低保要不要也算上算了，对吧？毕竟他也在刚哦，在现场是吧？他也在现场，原因就是低保不小心听到了，反正也来了，把他也算上，来都来了，就不要白来。哎呀，这样反正来到这个局势吧，现在选的话也是。到了就是说 GR 这边再去选嘛，看 GR 这边会选择怎么样的地图去争到这个加赛的一个积分，或者说是看能不能以时间，反正现在要么比时间，要么的话就比积分。对，而且来到这一局的话，其实GR 这边就可以选图了嘛。是的，就看一下他们要选一个怎么样的地图吧。前面也是选出来一张唐人街，其实我觉得场唐人街是有针对到的，因为你是双方都把这个歌剧搬掉了之后，选了一个艾维嘛，就是一个艾维硬实力的比拼。现在反正唐人街已经选出来了过了，然后湖景村再加上红教堂这三张地图已经选完了。你如果说是选择一个类似的就是永城镇，对吧？军事地图，对，跟唐人街比较相像的。看地图怎么选，其他这边是选李敖的回忆。李敖的回忆选的就会比较偏激一点了，有点偏激。对，那看角色怎么去挑。因为现在 G2 求生者先上，朱雀这边的交往者看能不能去争到更多的积分。冒家反正这张地图也能直接抢吧，反正你现在我给你搬嘛，搬两个角色，搬三个。如果说是搬三个女巫，尊重，尊重，对吧？你尊重了，你刚刚都已经拿出来过了，甚至你差一点能拿到更多的积分。但这个地图其实红蝶也挺好打的，红蝶跟鹿头都还可以，是，蜡像也还行，使徒安也还行。但是优先级可能会红蝶跟那个使徒高一点，会把他们放得那么高，还是无底尊重吧。对，今天其实看下来两边状态都是有点起伏的，没有说打得特别的稳定，是，就两边都在各自的起伏当中是拖到了这个加赛，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还是说该尊重的点给他尊重掉了。对，而且我们现在看比赛看得忐忑，对吧？观众可能看得也忐忑啊。WBG 在家里看得更忐忑，最忐忑的其实是加赛来临前那一刻，他来临了之后你就不忐忑了，因为来都来了嘛。因为在 WBG， 但是你在刚刚像刚刚那种开门战的时候，就是观众的视角会比较忐忑一点，是，但是 WBG 现在应该是最煎熬的一个。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一直谈到 WBG， 因为 WBG 那边视角，如果他们想进季后赛的话，他们底是希望朱雀这边会输，对吧？本来他们觉得哎有希望了，哎希望又没了，哎有希望了，希望又没了，就感觉在来来回回里面，他其实也在 ICU 左右横跳。确实，那看一下他们中间的这个比赛吧。这个比赛反正角色女巫给你尊重，歌剧艾维这三个角色不可能给你放。那再拿，等一下，我不想看到这个人，能不能把这个图给他插出去？撤回都行啊。不是，就是刚刚其实他已经偷偷的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你知道吧？就还是那个熟悉的战线。我不关注，我回去我还把他的关注给他去掉。我要挂了回去。是的，我要挂了，太坏了这个图。一定要放这么大吗？不是，导播是什么意思呢？就。来都来了，大家都已经很开心是吧？就是谁都没有放过谁，好吧？我只能说，因为其实，在上一局，我坦白点，其实我也没有放过他。你放过了吗？没放过，放过不了。好轮回啊，没事没事，都会好起来的。还能拿什么角色呢？反正现在打加赛，真说是要拖时间，感觉使徒、鹿头这些不好拖哎。先往积分去打吧，毕竟你先上来的话，看能不能去拿到更多积分，拿到三抓四抓，能拿到四抓，自己的队友无论是说是跑一个，还是说是拖时间，其实都行。是的，而且可能真的像神坠说的一样，你可能打到最后一周了，加赛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不太想要去在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候，没错，出一些什么别的差错，所以打的也是更加的稳定。哎，现在就看两边的交锋者他的积分谁能摊得多，反正如果说是。两边都是四抓，就要比拼了两边的监控者谁抓的快了。四抓抓得快就能赢。
再次看到应援，接二的应援。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对选手本身体力上面的一个消耗。对，老师有一些观众的应援就感觉非常的能够鼓舞到他们，不管是体力也好还是说是自己的思路吧，因为现在已经是到了七点多了嘛，这个时间现在突然想起来，就正常来说第三局开始的时间就按照正常流程啊，就说一个 BO3 对局打满，现在已经是第三场了开始。对对，可能现在已经打了第一个回合了，是现在居然才开始了第二局，还没打完加就还没开始打加赛，刚刚开始。那我们到这场打完可能也要差不多八点多，再往长的话我现在已经是在家了我现在已经期待第三场的加赛了，你知道吗？我甚至已经在这里可以等待第三场他们比赛结果了，第三场我就等着他们，看他们加赛。对，没想到我们俩也是有今天哈看一下东玄是先搬掉了勘探跟邮差，他们是选择了把东玄的使徒安搬了，把梦之女巫放了，毕竟女巫在这个版本其实是我的，而且他搬掉勘探员嘛，所以还是把这个石头给他搬掉了。乌丑要拿吗？这个乌丑可以抢。救人位也还在，大副守墓都还在。还要再拿吗？你现在女巫已经放出来，再拿的话，万一再吃一个亏怎么办？那你拿守墓呗。守墓可以吧？守墓哦，拿机器。坐去。就你搬邮差，我是选了一个机械跟作曲，搬了古董商。对的，我刚刚其实还在想，你选了手工的话，拿了守夜人，你手工会有点难受。不过现在来了个机械，来个作曲，轮不到你手工就难受了。飞行家，学足球了。因为到加赛的时候，其实他可能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比拼嘛，所以大家可能都会在加赛的时候选择拿出来这个速修位。速战速决吗？四个角色，翻修人位吗？飞机小丑，不接班了。因为这个阵容里面，如果再加一个呼吸密码，其实实在飞也太快了。要拿个前锋去防吗？还是拿大？是拿大副。那，但这局有一说一，还真还是可以，还是继续可以打。对，这个女巫还能打。但其实打女巫机械师是一个有点烦的点的。对。就是这个娃娃能不能放得出去了，对，如果说是娃娃能藏好，对，或者是说能不能牵制起来。对，你像刚刚那一局，就是上一局啊，上一局加赛枯草那个机械师真的是绝了，牵制了四台密码机，牵制穿了，他是人家机械师都是翻的会慢一点，他的那个机械师好像翻的没有很慢的样子，感觉身手很矫健，机械师变成了律师。对，而且一直没有被打到刀，没错，所以他那个机械师打的确实比较有自己的操作的。这个阵容应该还是会拿女巫吧，因为女巫打这个阵容会好一些。如果不打的话，那就是红蝶。我觉得红蝶可能感觉比较大吧，红蝶就可能会抓得快一些。不计路远，哎呦，今天带来的惊喜可真不少，太多了，那可太多了。我们从第一局就开始了，一直有惊喜了。对，就每一局的局势可能都朝着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走向去走的。我跟你说，今天的比赛是最精彩的，每一局都有惊喜，挺好的，也挺好的。看一下这一局的选点，中场是放了一个飞行家小木屋的作曲家，把机械师换出来了，换到两百双去，又换回去大房，然后再让大副帮忙堵一下两百双，让机械师第一时间不被手抓。如果机械师在大房进入原想抓，可能也会有点难受，他可能得带移形，不能带闪现。那已经会更好，因为现在进入原他怕拉点，我直接带移形，就是说是快速接近你拿刀就比较快了。看一下进入原的天赋会不会是带的移形，闪现现在不是很适配，现在每个球员都面对进攻，都是直接起到拉点，对吧？能多慢我就多慢。啊，带移形，挽留假体牌。啊，卡蒙这边带的是一个单飞轮，小一鸣这边是带化险为一，吴昕带的化险为一，阿瑟这边是双弹飞轮。是的，也是带了一手双弹飞轮嘛，然后多带了一个圈。但这个阵容的话，其实打记录员我觉得还是挺有说法，因为他修的太快了。对，修的太快，还有化险为一，就多带了一个去拖时间。现在进入到比赛方面，本场比赛有 FPS 注射的监管者对岸 GR 的求生者，有解说小木木林子为您带来 IBL 实时赛况解说。
直接在铁皮箱的位置出现，然后去往大房找卡梦。这个娃娃有能不能藏得起来呢？感觉有机会，因为卡梦那边其实是直接放了之后自己先跑的嘛。那他现在已经有一定身位的话，他就可以娃娃那边先牵制了，就直接控娃娃牵制了。先记录个彩板，然后再进行追击，看能不能把这个娃娃解决掉。但是这个娃娃是往两百一窗带的，就反方向拉点的话，就变得你就算处理掉这个娃娃，其实他自己本身也不会处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没错，这个移形就得交。大副的怀表不好逼啊，你只能直接去找卡梦。但卡梦这边是已经拉到了油罐这个方向，第二个娃还能出来。第二娃娃不放了，扛刀，只要进得过板子，我直接把娃娃那里一放，必须要打。就看他要不要选嘛，就看他自己是更优先于哪个。等一下，要藏？难不成真能藏到？这个点的话有点说法了，去给他绕。哎，还真藏住了，还在排。他知道他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对，但这个地方的话，只要你一错过，他其实就会反跑，哎，又会拉开了一定的身距。卡梦已经进大房了，但东轩好像没有发现，发现这个耳鸣一直在，怎么百八十里地都能有耳鸣啊？对的话，真的是没看到他往大房冲了，现在都已经上二楼了。现在都不是东轩在找他了，是卡梦一直在跟着他走。那想要再回头去找小夜名单这个密码机，现在是已经掉两台了。小夜名现在是用了喷气背包，直接拉远，不给机会。交移形，交移形过来，距离比较近，这第一刀能拿到，也没办法，刚刚喷气背包已经用过了嘛。不过下一个喷气背包的话，可以先上楼，上楼再交一个悬停加喷气背包，能直接出楼。是的，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不太好去处理了，已经，因为它已经是上到二楼去，那你回来去找阿策，阿策又是一个双能飞轮，还外加自己有位移能力的，不好抓。外边的密码机现在已经是三台了。就打这个人的话，其实比较舒服的一个点就是跟他拉身位，没错，就是不需要跟你博弈，我就跟你去拉点。是，飞行家现在也可以求稳，我就直接去补一下状态，哦，甚至连补都不补，直接休机了。哎，认为就是监控者，你不会抓，你的移形已经用过了。但再回来是终于找到了这个卡梦，老是找到了，但是现在节奏已经是不能接受了。你哪怕找到卡梦，他是满状态啊。技能交过的情况之下嘛，就不会有一个被闪现打到的说法。他的娃娃可是还在。这个娃娃到时候我放门口或者说放毯子区域你是必须要打的，因为这个路不给你堵死。他娃娃要不要放吧？哦，还是放。那这样就会有点难受，拉开距离又远了，而且你现在抓机械师没有用，他只能抓小夜明。那机械师你现在放在外边，他可能受益还会有一点，起码他破译会慢一些。是的，但是你抓小夜明的话，起码可以去闷个圈嘛。小夜明现在也是一个半状态，但这个密码机其实你已经三台多了呀，四台多，三台多四台。是的，这个局面记录员好难打呀，手上都没人，手上都没人，这个密码机就控不住。现在空间很小，因为记录员他比较舒服的一个节奏是建立在于你前期能够提前减员，我后面控住这个密码机。那你现在人都没有，你手上没人啊，这个密码机快压好了。东轩现在只能期待表面四台，但是实则这四台都是大遗产。东轩现在只能期待是什么呢？期待就是说小夜明倒在这里的遗产机。好，卡梦现在想要去过来了，能中间直接过来帮忙卡板，还被砸头，我帮忙盖个板子又能拉远了。这里密码机有点难倒啊，小夜明再次拉走，他现在只能期待什么？期待就是说小夜明能倒这台遗产机，并且还能打一波手臂震慑，才能让东轩有个翻盘机会。这个要达成的条件有点难啊。太多了，而且现在卡梦还是要过来。哦，是小姑，小姑那边密码机，三板这边都不是。那你吃了这一刀之后，其实可以开始补道具了。过了一个球，这边摸了个球，这半个球到时候再给小夜明过来递一下，这开门站记录员不好抓了呀。那终于是击倒了，但是这个击倒其实这个密码机就差25%，而且外围他们已经是多起了一台密码机。是的。等等，又来一次，又来了一个半个球。啊，这么多球吗？开了是吧？什么意思？这个箱子是为他们而生的。我觉得他们可能前期想抢这个前锋，最后没抢，给了这个大副的位置，所以前锋得刷一下存在感。那这样再等，等救下来之后，让飞行家下去，能不能把这个半个球捡到？哇，这个运气实在太好了，两个球啊！这道具，一个怀表，两个球，现在已经是拿上这半颗球了。对。阿斯那边又摸了个护腕，我的天哪！全都是记录员怕的道具啊，这都位移位移道具。你别说他现在能不能保平了，他留一个可能都难了。
现在的话是打到了大副的这一刀，但是这个密码机真的要压好了。可以直接开，要开吗？不开，然后再等，因为现在道具比较多了，再过来第一地。你就换人过来吧。是，把道具都已经换好。唐梦过来了。他们现在可能是想要留一下化小梅姨了。是的，因为现在的话其实可以留飞行家的那个化小梅姨。哦，还是对。那就再救一次。他们怕出事情，一旦大副你要是说刚起来了，一个闪现直接打到就变成平局了。对，可能还是比较想修文这里的话是直接给他开掉了，因为也是发现了东玄想要去挂到这边。我这波就有点亏了，还不如刚刚开了呢。那边的门已经是在起，这个移形不能切呀、这个移形你要是说切了门口都受不了，同时你这个地下室的人也受不了。这个是一挂，借尸是能做个60秒以上的时间的。如果说是他点了在做的时间，现在的话其实也是有人卡在这边，想要去就先把这个节奏给他稳住嘛，不让你出去，因为你这边有人的话，你其实不太敢，你只能远程去用这个输液去控。东玄必须要把这个人守好，如果地下室的人现在，但是有一边门已被人家偷掉了。对，等等，吴昕这边的话有想法，我觉得只是吓你一下吧。应该是把东玄这个身位给他卡回来，不然那边可能危险。最好不要有想法吧，这个想法要是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有。等等，他们没有啊，应该还是要就是走门而已啊，直接放狗了，没必要啊，主要放狗留吴昕，因为吴昕这个怀表已经是用完了，再咬，盲咬，咬是咬到了，是有点远了，有点远了，赶不上啊。现在狗已经帮忙咬了一口。这个咬不到第二口了，是能直接出门。哎，是完成了一个三跑，而且这把三跑的话，其实7分钟，对，时间上的话是7分钟左右，一会得看一个最精确的时间。也就是说，朱雀这边求生者他们要完成一个更快，在7分钟内完成三跑，对吧？至少是在7分钟内。其实这跑的话，我觉得东玄也是有考虑到说时间上面的这个因素，所以是也拿出来一个可能去控场的角色。想拖时间，能平。主要还是被录的太久了，对吧？因为你前期手上没人呀，你手上你来来回回，先是你打到了这个娃，但是你娃因为你是一个跟本体反向拉点的方向去拉的，你去往200上去拉，但是你本体是在月亮门附近，那你隔了这么开的一个距离，你是不会起一个特别快的贴近身位的节奏。找借尸没能找到节奏，找飞行家呢，飞行家也是牵制了不少的时间，而且那个作曲，而且那你甚至说排借尸排了也很久都没排到。找的人找的太多了，我们先看一下最后数据吧。小一鸣这边是破译了81救人一次，牵制了158秒。阿瑟这边是破译了256，牵制了11秒。吴昕这边是破译了166，然后牵制了63秒救人一次。卡蒙这边是破译了83，然后牵制了75秒。是的，东玄生命中就是8次击倒了5次，最终是7分多钟的一个被三跑。那你这把其实被三跑来说，时间上面倒是也拖了一定，就给到求生者有一定空间的。对，那个7分钟。要完成三跑，怎么说呢，这个7分钟如果说是要打速修还真是有机会。打速修的话其实最快大概是能够在4分钟左右，就3分多4分钟左右能把这个密码机给它已经修完，然后门点开，平均可能就是在4分半嘛，4分半左右嘛，这个时间看能不能说放出来速修体系比较多了，同时这个压力能不能牵制住，毕竟你现在你要说双弹飞轮你要不带，或者说你单带一个双弹，你的牵制时间并不能保证你能有个三台密码机。对，时间上面的话是6分55秒。是的，那就看一下能不能够在6分55秒之内，朱雀那边完成了一个三跑。速修得抢吧，如果说是你速修不抢，那你就是要多拿一些能牵制的角色。而且现在他们这个基底已经是一个三跑底了呀，就你底子已经三跑底，你再往上走有点太苛刻了，我觉得可能还是抢一下，就是这个时间上面。对。那我现在其实想的办法就是割据艾维，然后最后一个角色搬个红蝶吧，对吧？红蝶这个角色，因为你现在可以拿一些飞天体系，飞天体系只要拿多了，就哪怕是个玩具商，我觉得也能去针对你像什么邦邦啊这些能保平的角色，我去打一打。就一边的话可能会更加去考虑，因为红蝶这个角色你面对一些平地基本功的这种角色，或者说是你靠一些飞天体系，我就是能直接针对，或者说是你真要拿速修，我也能去打一个速装，你拉扯不了点吧，我201双直接飞你大房子。是的，红蝶的话其实它就是属于一个节奏会比较快的接管者，保平能力也
是比较高的，只要你没有什么太强的 OB 位啊，或者说什么金球手啊、哈弹员啊，或者说是孤寂小组这种角色我过来给干扰你，那其实他的追击人的能力就没那么低。这把其实因为你上一局是一个六分五十五秒的三跑嘛，所以我觉得留给他们的空间其实还是有的，就不会说打得特别的极端。使徒帮帮可以放，其实把红杰这个角色搬了会更好一点。我觉得可能使徒或红杰吧，帮帮应该是不太考虑了，就直接给你放了嘛，就哪怕你前面要打就打吧，我觉得帮打就打了。要是说面对邦邦，你像被保了个平啊，或者说是被三抓了，那可能也是要从求生者这边去找一下问题。毕竟邦邦你现在只能靠移形去接近，你如果说是，而且邦邦的话，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怕速修的角色。对，邦邦他真的很怕修得快。哎，无脸是吧？他干嘛呀？其实我有看到这个消息，因为就是爆料一下，就是这个兔你知道吧？他除了会在微博上面发，他其实会在群里面发。他在群里面发是更过分的，而且在那一天他是手机丢了。对，手机丢了还得发。对，手机丢了网不好，但我没关系，我至少还要让你这两个解说能看到。你知道他今天也发了吗？发了，应该是发了吧。刚刚发了，我看了。我还没有看，我没有看也里面的一些细节。就他现在都是一式两份，群里面要发一份，反正我现在出来微博也要发一份。你现在就算是说真的再给我们看一眼的话，我就直接两眼一闭。我以为你多看一眼就要爆炸。哦，我不看。为什么要看呢？确实。干嘛要折磨自己？其实我们都已经到了现在，就打到这一场就还好。是的。但是 WBG 现在还在等着这个赛果呢。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紧张的一方。就是不知道这个比赛到底谁会赢。因为他们这场是会直接影响到 WBG 那边的晋级形势的。没错。其实现在朱雀这边去争个三跑也是有机会的嘛，毕竟你像七分钟内去争啊，六分五十五秒去争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往往你要是打个速球体系四分半或者说五分钟就是一个正常一局，那你要是被什么隐士啊或者说这种固节奏的我去拖来拖去拖了个七分多，也是时间比较难的，因为你在接管者他是没有办法判断出来的。对，因为这个时间上面的话我觉得还是拖得挺久的其实。因为刚刚那局记录员你首先你可能开密码机上面你不太好开。对。而且你除了说开密码机上面之后你还有一个说换挂。是。他换挂。还有一个开门站去控门的这个时间。让他们去新起了一台密码机嘛。是。小木都没有修了直接去起的大门。现在球员手还是在调整自己的角色。这边还是挺放松的，这个笑容一直伴随着他自己跟教练的脸上，好像在想出什么样的办法去保证一个平局。刚刚他出现这个笑容的时候呢，其实是搬掉了三岁的急救手，对，跟勘探员就两个同时搬了，然后就有一种很得意的感觉。是，而且这两个人刚刚也是一直看着三岁。是这样。现在他的 OB 位。好像可以现在先放一下吧，你就要说是最多尊重，感觉是要尊重这个击球手。想想，如果说是要拿使徒，就得把这个勘探员给搬了。你要说是拿其他的角色，像什么红蝶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搬法，得把击球手给尊重掉。对，其实这勘探员感觉今天到了后期都没怎么出来过，没怎么的，两边都在狂搬，就一手就直接搬来了，继续就是勘探勘探加击球手，其实跟刚刚那局还是一样的一个搬位啊。是，现在超 Q， 为什么超 Q 也笑那么开心？你知道刚刚不让你玩，不是？我觉得超 Q 就是那种看到他搬完这两个角色之后，想抬头看看三岁什么反应的那种感觉。那手巧哦，把红杰尊重了。那红杰尊重的话，这个速球体系就可以直接拿了。同样机械要不要拿？我觉得其实他们也可以去考虑拿一个速球快，或者是像冒险家这种。冒险家也是能拿的。如果说这要拿机械，大房里边它其实可以个人单牵制的。我放个娃娃，我去堵路，对吧？你像前锋加机械，也是一个老搭档了。这是怕节奏不好，直接起装救啊。而且这两手的话要有要 OB， 其实他有要稳救的话他也能撞救，那你修得快，其实机械师可能修机的这个速度就很快啊。想想路头今
看小两手的话，路透的话挺可以。你要真拿个使徒，把牛拆了。真拿个使徒可能会有点危险。是怎么样？你是就怕机械师这个娃娃他不放？给娃娃。你是必须要抓机械的。而且你扛的话不太一样，就是那块。隐士他单方面追击机械，他是绝对不怕的，完全是一个克制能力。那你像是说不抓机械，那机械就反克制了，因为他多了一个娃娃，能去帮忙抗伤害。那后手的话，年年是把盔小手给他搬了。这个阵容其实有点复古，先知机械加前锋，感觉回到了刚开始的。我盲女，今天他们真的是在一直整惊喜。每一太惊喜了，每一局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哇，这一手盲女就起诉修，修得很快啊。是，而且多只鸟的话，其实你在前期能够说你直接把鸟给它就顶掉第一刀的这个伤害，你机械师修得也更快。还真可以隐士，对吧？我觉得真可以，真可以。到这个你这手盲女出来了之后，我抓谁其实都行。而且他是拖时间啊，对，他是拖时间。然后朱雀那边是要跑得快的三跑。没错，你前方敢带化险唯一吗？你是在化险唯一加双弹，还是说是化险唯一加佩伦？如果说真拿一手隐士出来的话，你前方可能操作空间就没那么大了。抓机械也好，或者说是抓先知，再或者说是抓盲女，也是都是比较好抓的。还真有这个说法，你看这个勇者的阵容特质，直接把这个破亿是拉满。现在情况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拿出隐士次数太少了，也等同于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熟练度有多高？使徒还是使徒面对这个挑战？啊，这个休息节奏。但打使徒的话，可能就是求生者那边不太好去牵制。是的，那这个节奏他可能抓盲女会更好。抓机械都不行，抓机械都不香了。说实话都很快，是因为这个密码机修的实在是太快了。不管你是把机械师放在外面，还是把盲女放在外面，这个密码机都会掉得很快。机械可能会把自己的娃娃放到自己手里，就是我堵路啊，堵些门。机械师是放到了小木屋中场的先知。是的，机械师直接站出来嘛，把大房放给盲女，让盲女不会反绕。关键盲女。换了一下，等等，你要把他是觉得监观者不会选哦，又换回去了。他把先知放过去，可能觉得先知的容错比较高。是，那他们带不带双弹飞轮呢？你带个辉煌反照吧，不管是先知也好还是什么角色，我觉得得带吧。盲女我觉得可以带双弹飞轮，因为前方到时候可以直接撞救。对，我觉得带一到两个。不要全带，看一下哦。机械师这边带的是化险唯一，对，盲女士带的双弹飞轮，然后机械师多带一个，就只机械师带了一个圈，然后先知跟前锋都是带了一个飞轮，捏捏是底牌挽留带一星的使徒。那这样的阵容也确实可以去挑战一下，因为捏捏现在就会瞄准盲女去抓嘛。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朱雀的求生者对战吉亚的监问者，由解说林芝小木为您带来 IVL 时赛况解说。去往中场先赶一下星河，但星河那边其实已经直接是往大房冲了，那你再回头机械师娃娃已经提前放出来了。对，现在就看君上天能不能藏住了，但好像藏不了吧，这个小印、没看到，找的是娃娃、娃娃那边，那这个剧情很相似啊，也是娃娃同时往这边去、没能往处理的快一点。那现在身位已经是没能拉得太开啊，没有第一时间跑，先盖个板，感觉这个密码就有点快啊。这个吧，现在其实才30秒左右。又藏，但你这个藏的，想拿娃娃卖，这能藏住吗？好像藏不住吧。觉得比较难啊，这个跟刚刚那个藏的其实差的还是挺多的。是，直接看到了。而且你身位上面也不太够嘛。
再一跳，前锋现在必须要帮忙了。如果前锋不帮忙的话，球场前是没有办法进行牵制的。是的，甚至说这个点的话，你连木屋都进不去啊，你平地就要被打倒了。哦，将军。那这样再解下一只猫。哦，前锋直接补了半个球，帮助君上天拉点。那这个移情抵交。不过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能够保住街市的那个娃娃，他是把娃娃放在了三板附近。是的，不过半个娃娃密码机是修不完的，只是半个娃娃不到。那记得然后没办法了，毕竟已经交了。再等，拖下一只猫的时间。星河现在不能受伤，他要等。等放猫，只要能拖出来这下一只放猫，星河就可以走了。接下来就要看，而且最好是要卡半就，哎呦，弗兰现在直接是贴脸吸鸟，密码机的话是两台半左右，这个鸟没必要吧，这么贴的这么紧，密码机反而耽误了很多呀，不如着急求急，可能在弗兰这边想的就是说是如果能把鸟吸出来，我能保你机械师下来有个牵制空间，对，咱两个人就保证前锋这边的无伤。那先知这边就负责救人，让机械师这边坐在椅子上，然后一点一点救机。是的，反正他们俩的话本身都是没有带这个化险为夷的。是的，只有机械师有这个化险为夷。哎，直接拉球再一撞，没能撞晕。没撞晕的话呢，但是身位上面还是有一个能够进板的说法。是的，手里还剩一半的球，再补一个球，前锋兵帮忙放板。换抓先知。但是这样，如果换抓先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机会，因为先知刚刚已经贴脸吸了不少的鸟了。而且现在只能也是保证前锋那边还有一个反装态嘛。没错。那你外围机械师是可以解放出来的，盲女也在抢密码机。你别说啊，如果说前锋这边救人不出现失误的话，朱雀这波求生者还真有机会。你看现在才到了三分钟，场上密码机已经是四台多了。君上天现在也想过来看能不能给个化险为夷，这个化险为夷能救成功吗？如果说能救成功的话，两个人其实都能带走。林林这边是已经防到了，所以他也是赶紧回防了一下，一波飞轮破了一波晕，再一波救，其实想让机械师就救下来了。我打到了先知，那这个化险为夷就可以准备直接带走了，让前锋这波能再去贴着救人，然后同时三板那边密码机应该是会想着让盲女去修机了，把它修完之后还是得跑路之后才能修上那台密码机，但这个时候其实机械师它是属于一个二挂了嘛，同样挂过一次，妮妮现在可能是要把先知直接挂上吧，那叫打手椅吗？现在其实星河在拖，他在拖什么呢？拖先知这边起来的一个时间，两个人一起救，不着急救，不拖直接救了，想让先知起来帮忙扛吗？那这个猫直接能打到针对啊，直接打到结石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说法了，但是他如果要拖这个先知的话其实还要兴奋直接签就想保平，他现在也针对弗兰其实就行了，而且外围的话其实盲女那边是终于贴上了最后一台密码机，对，先知是没自己的一个状态，我是觉得没必要着急吧，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先知好再帮忙，密码机还差一点点，现在压好了，只能撞救了。但是你撞救，你前锋可就没有道具了。别撞救，但在防，今天现在在防，球要拉吗？要拉了。甚至星河这边还省了一点点的球，不过这个球只剩，相当于是个球皮。是，但这个先知的话，其实你怎么样？快抓吧，牵制下去呢？这里抓前锋可能会更好，因为前锋道具你是知道他已经用没了。我先知这边其实也是一个，就上帝视角能看到他，就没什么说法嘛，他没自己能打到针对其实也好，这也能再挂上，那这样先知就没有办法有人能去再救了，也是能直接完成淘汰，前锋也只能贴门。那边也是前锋跟盲女都出门了。是的，那这样也是可以直接恭喜GR完成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今天呢，其实GR打的也是非常不错，但是也中间吧，我觉得他们底部盘有一些细节其实出的问题挺严重的。他们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那局唐人街的那局，对，二下的那局，但是其实别的时候都是
都做挺好的。还有就是女巫的那局也需要去翻一下。求生者啊，或者说是监管者，能摊的节奏都没能摊到，对吧？你像是求生者，我能稳走一个，或者说能保平的没能打出来，你监管者能去摊的，或者说是能去争的一个三抓也没能打得出来，对吧？对，两边的话，其实今天也是站到了这个加赛嘛，打到了加赛，证明你前期的话，你可能一边给了一点机会，另一边其实也给了一点机会。得到了加赛的话，还好最终也是稳住了，也是拿到了这个比赛的胜利。不过刚刚有一说一，我是觉得朱雀可以慢一点救的，或者说是我先不救，我等先知起来，对吧？我两个人一起救，其实先知那个时间他能自己起来的，对吧？你届时在上挂的时候，他那个时间，哪怕你这个监管者点了一个淘汰进步速度，加快速度嘛。但即使是这边也是差不多能过个20多秒，他完全能撑到你这个先知起来，两个人一起救这个人啊。而且密码机盲女再去碰的话，应该也就差个10%。真说是这个刀帮忙扛到了，真还可以打个40%开门战。对，盲女最开始去补那个密码机的时候，她是差40%额活，但是那会儿你已经是修了一会儿了，就你跑图，然后外加补了密码机。其实盲女这个补密码机的速度是很快的，很快的。就在于下一次能不能扛到这一刀了。你要是说是没能扛到，那这使徒确实还是能争平。但你要是说扛到了，那求生者机会也就来了。我就是觉得救人还是救早了，下一次的话注意一下细节会更好。其实今天回头看的话，两边都还是有挺多需要去复盘的点的嘛。先看一下赛后数据，对吧？三岁是破了313，然后弗兰是破了100牵制69秒，君少天是破了63牵制74秒，星恒是破了24牵制156秒。对的，明年这边命中求生者次数是14次，破坏板的数1次，击倒次数是9次，最终是完成这个平局。那在加赛的时候是加这边比分有优势。没错，两边其实在今天比赛都挺敢拼的。甚至到最后你像是玩盲女啊，或者说是拿什么记录员啊，这种角色都已经掏出来了。那最终的一个赛果是第一局4-4，第二局是5-5，第三局是4-4，然后最后一局是3-5。其实这个比分有种熟悉的感觉，怎么好像跟第一局是一模一样，跟上一场一样，复制粘贴啊，16-18。那我感觉可以再复制粘贴一把。反正我们都已经到这回了，我们就马上别的人要端上来了。真的可以，毕竟我们都已经就是经历了这么一场了。对，我们是已经过去的那个。能再经历一次。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主要是一般如果你是还没经历的时候，那你肯定是希望自己可以就是苟住嘛。但是如果你是已经过去了，那别的人就肯定是。哎，话都到这了，毕竟你观众都已经到现场来了，也是想着再看一次精彩的比赛。所以说第三场如果说能再打一样的积分，还挺好的。对，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成为我们 IBL 史上的一个历史嘛， 对吧？三场全部加赛。对，像刚刚就是一个赛前的时候是您那边转圈圈求福，是的。我们现在是快下班了，画圈圈给那个后面两场的这个解说呀。来比拼的这一个时间啊，上下半场一个呢是6分55秒，另外一个呢是26秒，这个时间的话也是差了1分多钟。是的，而且两边的话其实都是在加赛的时候选择了去打这个速修的体系嘛，因为加赛往往是除了这个比分之后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压力。那刚刚比赛非常精彩，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开枪了，可以。 OK OK， 是目的地叫杀我，不知道绝大门地叫对呢，地叫目的给你屁股，还在跟二号方板。跳石休息房，我去大房。OK OK， 跳休息大房，我去大房。就开就好，他们就一直开。啊 ，OK OK OK， 他放猫了。他绕你。就突进小门吧，就突，我先给你传。啊，那是，你下点，你下点。十秒。让你。可以。7、6、5。我要机会。我要。3、2，开了。4。没事。3、2、1，走了。可以。他狗叫我了，现在还没好呢。这个不够空军的，我得走一下。一星，记得好了。我准备飞大房。五台机都有了，我准备飞大房去了。OK， 别。两台都给你，两台都给你。对，我电机够的。分十爆。救一波，救一波，是对我的。前锋棍，你救吧。爆扛。对，翻回去。那翻板有飞龙吗？飞不了。其实两边打的也是非常的激烈。对，打的去确实焦灼。刚刚看到就是说他们对于扛刀啊，或者说一些方面真的是
很激烈吧，就是说当时比想想已经是站到了加赛，能不激烈吗？不激烈怎么站到加赛呢？哎呦，也确实想不到这些画面，或者说是看到他们掏出来这些阵容，今天有幸啊，盲女、记录员、女巫这些角色都看到了。是的，那先看一下本场比赛最佳演绎。今天 MVP 好像还挺卷的，就两边感觉都有机会啊。就双阵营来说的话，状态都还可以。还是给到了谁呢？哦，还是给到了监管者妮妮，还是给到了他的艾维。云爷得分呢是在10704.75，军人回合次数是在0.5，军击倒求生者次数是在6.5，军人淘汰人数2.5，军破坏板子数是在2.25 ，MVP 次数也是获得了6次。是的，因为在第二局的时候，其实妮妮是艾维率先四抓的嘛。没错，那我们现场采访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把画面交给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月明。首先恭喜 GR 战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邀请到了卡梦和妮妮来到赛后采访环节，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GR 的卡梦。大家好，我是妮妮。啊，欢迎两位啊！我们刚刚的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啊，先跟两位说一声辛苦了。那我们先来到 BOE 这张红教堂的地图啊，求生当时开门战有一波非常漂亮的乾坤大挪移啊，就是三个人好像转了一圈又回来救人啊。想问一下，当时那波的拉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就是卡好位置，然后不让他排到，然后找机会去偷人。我们看到机会一直是需要慢慢的去磨去打磨，然后慢慢来抓住这个机会来运营的。那么我们在第二局在唐人街这张地图上啊，不知道捏捏有没有听到，当时现场真的是听取蛙声一片，快速击倒了野人之后，那个时候击倒野人之后会对整个局势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有什么样的预设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应该大概可能也许至少留一个了。应该大概也许至少留一个，还是保守了一些啊。然后我们最后非常漂亮的拿下了那个四抓，真的打得特别的厉害。那求生这边肯定也是看到这个也是士气得到了鼓舞嘛。那我们接下来在湖景村这一局就不得不提到最后的那个平局了。这个平局真的是来得有点太意外了，当时一个人走门，一个人跳地窖，最后那一波发生了好多好多。卡子哥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当时那一波发生的事情？那一波确实是有点可遇不可求吧，那种机会，但是运气比较好啊，运气比较好啊，运气确实。那个平局非常的非常非常关键啊，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想必也是非常的关键啊。让我们来到了第四把，那到加赛这一把就更加精彩了。那我们首先啊，在求生者这一边，我们看到卡斯哥真的是战斗机械师啊，一个砸板啊，然后那个上挂的节奏也很慢。那首先第一问题想要问一下，觉得这一把箱子发挥怎么样啊？我摸了两个球，能不能先来夸一下这个箱子？箱子确实是对比以往我们的比赛队友们更好了，但是就是感觉在错的时间，在错的时间遇上了错的箱子，道具。哦，这样子是吗？没用出来。哦，没，但是摸到了，肯定给自己的这个心里也是有一个心理的安慰嘛，然后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更加稳一点，对吧？这箱子还是，希望下一次啊，箱子同学也可以懂点事，对吧？在对的时间出现一些对的道具。好，然后我们在后面呢，监管呢也有一波非常漂亮。想问一下捏捏，当时有很多非常关键的局，自己会觉得最后这个加赛的这一局最关键的点会是在哪里呢？运气好了一波，然后运气还好了一波，然后差点翻车了，然后还好运气好了一波。非常谦虚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位选手啊。捏捏其实真的实力是摆在这里的，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运气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那么最后的最后啊，我们今天喜提了今天的第二场加赛了。那两位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啊，刚刚在台下是怎么讲的？跟大家讲一下。卡子哥先来。没什么话可说的，这加赛。哦，没什么好讲的。那捏捏呢？再加一把。怎么说呢？那要听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意见了。观众朋友们可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一点想婉拒了哈。那么究竟下一把会不会加赛呢？那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